的文章的限动吗？我刚刚本来要发哎，我好像忘记了。Hello 小白兔 ，Hello 草莓风暴 ，Hello 双双 ，Hello 铅笔 ，Hello 的全。刚刚在另外一边看到我丢玫瑰，我丢一下，赶快回来。Hello 立生，晚上好的全 ，Hello 卡缪 ，Hello 喵喵 ，Hello 卡缪。你看大尘都这飞越和风雨那些天，好吃草莓风暴，谢谢喵喵的擂茶。 Hello 幻影战士 Tomo Hello 归普新山吗？Hello 天月若安 ，Hello 林 ，Hello 深威，晚安。祖祖的台中青旅群好玩吗？好玩啊，我之后会有一系列的洗板照的群。Hello 富伟，亲亲猪猪宝贝，亲亲猪猪幻影战士。Hello 司马问儿 ，Hello 举若三百度 ，Hello 思源，100分，超好玩的。嘿嘿嘿嘿，哦，1000分吗？对啊，我今天很乖，我今天吃一个很健康的食物，为了要减，不知道减肥，为了要调整我自己的身材。Hello 豆豆 ，Hello 大师兄1977 ，Hello 有松，1000分好像比较厉害的感觉，好，我也觉得。吃完放屁吗？欸，我今天才跟章鱼说吃地瓜会放屁耶。不是超标了，是我想要练身体，我想要把我的那个腹肌来练起来。风和月，章鱼林Hello 神威，Hello 田中 ，Hello 老豆芽 ，Hello Tomo， 大家有看我们那个的那个吗？对，我最近想要来练腹肌。Hello 我爱你，我要付出了我。Hello 树宝宝 ，Hello 很帅的叔叔 ，Hello 爱贵仔 ，Hello 志祥 ，Hello 流星，你好叔叔。Hello 马哥 ，Hello 佑心 ，Hello 天天 ，Hello 汉 ，Hello 金叶竹舞。马哥 ，Hello， 晨晨 ，Hello， 神威 ，Hello， 沙优，肥婆澡，很肥的感觉，是宝宝 ，Hello， 景晴，十一来跟祖祖合照喽，耶、yeah! ！为什么后面是怕？富伟为什么是怕？Hello， 静莹，谢谢刚车迷 ，Hello， 叶 ，Hello， 叮当鼠 ，Hello， 老豆芽 ，Hello， 万神参拜万神。Hello， 嘎比，嘎比，嘎比那张照片真的我好正哦。回头看看七姐，跟看看 Luca， 再看看我，你们三个是打算组成轰杀粉丝小组吗？为什么？怎么了？我们做了什么？谢谢饭团儿的心之冠，谢谢饭团儿。你看那生日的祖祖 IG 天文拿 LV 包包吗？对呀。那个是我存了，就是努力赚了7年的钱钱，第一次为自己买的第一个包包。Hello Rock，Hello 水锤，我怕我配不上高贵的祖祖，不会啦，干嘛这样富文，你干嘛这样子讲啦 ？Hello 黄鱼 ，Hello 如果我既然惊讶又开心，谢谢沙优，可是沙优，我跟你说，我差点滑倒，你有看到吗 ？Hello 兔兔龙 ，Hello 传说。庆祝，你说等一下庆祝吗？好吧，你们不是打算要轰杀粉丝吗？为什么要轰杀你们？今天女生衣服好看，谢谢。Hello 马哥，晚安。Hello 叶问问 ，Hello 槟榔打十个。祖祖喜欢就好，祖祖好正，谢谢嘎比。快疯掉！七七姐握抱粉丝，卢卡要捏爆排球，再配上你要练腹肌。我是什么腹肌碎大石？
我没有注意到，我一直在拍照。哦，真的，那还好。我真的好害羞，我真的快跌倒的时候，我整个人好丢脸哦。什么？填完上次打赌输了握手券 ？Yes， 那我今天就可以一直狂唱小小鸟了。Hello White，Hello Ricky，Hello 天才 ，Hello 呆头狼。Hello， 钟逸轩 ，Hello Kevin，Hello 小玉儿 ，Hello 地瓜红 ，Hello 呵呵笑，谢谢嘎逼的新主管 ，Hello 飞宝宝 ，Hello 希儿，谢谢嘎逼 ，Hello 天才 ，Hello 呆玩狼，晚安沙鲁 ，Hello 鱼萍，合唱会我快想找祖祖了，真的吗？你想找我了吗？叮当鼠，好啊 ，Hello Pat。Hello， 嘎波，女生爱大家公车名。嗨嗨，塔瓦哥 ，Hello， 杨内宝，搞得消防队都跑来处理了，哈？什么意思？谁的全身？为啥倒抽一口气？因为没气了，讲又没气。Hello， 微如，不准给我唱小小鸟，你上一次一唱，我家外面小鸟倒了一片，才不会嘞。一定是引来很多小小鸟。Hello Google， 小小鸟会在你的窗台上，像那个哦哦哦哦的白雪公主一样。为什么我是笨笨族，你们又聪明族先 ？Hello 四海 ，Hello 古青十郎吗？谢谢嘎逼的许愿瓶 ，Hello 小薰 ，Hello 小蛋糕屋。祖祖在吃，不是啦，我在吃地瓜。我要来练身体了，我。Hello， 叮当鼠，保护鸟类，人类有责。嗯，我也很有责任啊。合唱会给我穿万圣节那套哦。你们喜欢那种风格吗？真的吗？可以啊，我可以找类似的。Hello， 龙宁莲，你好。我等等订给祖祖，你要订什？定的给主，我等等定的，谢谢叮当鼠，谢谢你笑唱我怎么了，飞宝宝，晚上好，米宝宝，才没有嘞，德全，明明就是吸引小鸟那个啊啊啊，帮你打扫家里，吃吃吃，一直吃，就是一直吃，超喜欢，超喜欢呢、啊，真的吗？我又没有很漂亮，我吸血鬼、欸。我想要问大家，我万圣节要办什么？地瓜跟身体有啥关系？就是晚餐就不要再吃其他东西了，就吃地瓜。但是我还是有喝养乐多绿茶。我这个是无糖的，我跟你讲真的，我这个是喝无糖的。Hello， 锦妞。万圣节什么？万圣节的祖祖真的好漂亮，谢谢小星星唱小小鸟，我的头顶就有小鸟围着我飞，是不是很棒吧，米宝宝？万圣节那套够香，真的吗？笑唱祖祖在外面100分超大声，100分真的假的？大家有听到哦？Hello 原子族的饭团，我记得自己讲自己的名字后，我忽然自己吓一跳。谢谢小只耳朵要加入长颈族，谢谢小猪耳朵，谢谢郑冷冬的星梦姻缘棒，真的哎，我好喜欢 iPhone 12，还有那新的那个 HomePod 吗？它是念 HomePod 吗？就是那个耳机的那蓝牙耳机的那个。但多多绿其实本来就有它。叮当鼠，笑唱我还派了。我还派了一群亲友去100分，你居然跳错。我哪一段跳错？我想一下哦。哪一段？飞宝宝，我忽然间忘记了。哦，音箱，对了，音箱。十二是不是有颜色？蓝色是不错看，我觉得蓝色第一眼我看到的时候，有一种觉得嗯，然后后来发现觉得，蓝色好像蛮美的。等等，阿丽晚上9点要连播吗？好啦，如果他有准时的话，如果他超过时间，我们就没办法连播了。万圣节族可以扮小丑女，
小丑你太常见了，我想要办一些一般人不会办的，有没有？对，我本来想要跟阿丽联播，可是因为时间一直不行，乌好开场就失误啦。哪有？哪里？我开场哪有失误？哪里？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哪里？我哪有叫做是常态？蓝色不是宝蓝色吗？不是吧？它是有点，它最好像是什么海洋蓝，是不是？长颈鹿啊，还有史密斯，还有肉肉的日华，还有龙龙。站位吗？好像太旁边了。哦，真的吗？长颈鹿真的没有人扮过哎。哦，你说我扮长颈鹿吗？邪恶长颈鹿吗？哦，可是，这个吗？好像可以哦。啊，我的地瓜掉到地板上了。陈恩，不行，我不要扮太可爱的，我要扮很凶的那种，万圣节会看到。邪恶长颈鹿重出江湖，嘿嘿，让你们见的是恶长颈鹿的那个厉害。好啊，你赶快去买米宝宝，不用扮啊，现在就是了，不是吗？不行啊，蜜不行。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是真的要扮那个很弄，就是你知道，邪恶的角色这样。Hello， 你酷呀，是吗？你转圈直接慢所有人一拍，有吗？哪有？飞宝宝哪有？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有吗？我自己怎么不知道？我有看那个影片呢。我以为我没有错呢，黑哥 ，Hello， 橘子 B，Hello， 大师比利，祖祖装始终真的没有，真的没有，那不然贞子不邪恶吗？这样的话我会输给晨晨呢，晨晨的那个他的头发比较厉害 ，Hello 索隆，有没有别的坏人的角色？然后最近这几年蛮红的，然后又不大会有人会扮的。这样去看剧场，我就一直盯着祖祖看有没有跳出。你知道我很紧张哎，小星星。Hello 卡丘 ，Hello 高中车迷 ，Hello 咸阳。可能是粉丝滤镜自动变慢动作了。真的假的？我在飞宝宝眼里有 slow motion 了吗？很红的坏人女角，想不到哎。还是我扮那个干妈呢？那个，谢谢叮当鼠的福袋。Hello Only 女巨人嘞，这个好像不用扮吧？这个 Hello 陈善若虚吗？善若虚好难哦，桃花哥，我怕我扮不起来，好难，我可能要穿善若虚的衣服。善若虚装扮，就是他是真的是那种布偶装。Hello 陈。不然女浩克吗？可是女浩克好像也要穿布偶装才可以有办法。我那么小只，才扮不了那么大只的嘞。猪在阿飞眼中什么都有。你说石榴梦雪也有吗 ？Hello， 切尔登。祖祖说安呢安干妈呢？我差点吐水，为什么？什么黑魔女？感觉祖祖家里黑魔女是哪一个角色啊？是那个安杰丽娜·裘丽的那个吗？安杰丽娜·裘丽吗？对。谢谢陈的会员选票，谢谢陈的星之罐罐。他一定不记得，所以不要提醒他。不记得什么？这次的 iPhone 12好像至少有全线支援 5G 的六频段哦。那个到底频段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听不太明白。他们一直在讲频段，其实我有点听不明白频段到底是什么。别激动，只有理由。我说过，祖祖不是我的。哎，在哪里？我看一下。可以办万圣节？不晓得。不晓得要办什么的人？你说元奶宝吗？
袁大宝，你在说你妈？Hello， 杨乃宝，我知道，我洗上去了，什么意思？黑魔女最后化身黑凤凰哦，那是什么？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阿凡达吗？阿凡达这感觉好像蛮酷的，有没有？有没有难度低一点的？大家，祖祖无视我了，我哪有无视你？我哪里无视你了？哪里有无视你？他拒绝我才意外，拒绝什么？我一直在掉血血的、啊。爱妻多纳，爱妻多纳是什么 ？Hello， 嘉宾。停站等于车道哦。不是偏不记得才正常。我要记得什么？我要记得什么？胎差旗袍性感女僵尸。哦。僵尸吗？我好像没有扮过僵尸哎。是好的。老夫老妻了，忘记正常了，什么意思？你在说我老吗，树宝宝？什么？日前国际主流的5G 是频段是1800、2000、1500，那现在呢？塔瓦哥那个100分。Hello 马蹄，1993肌肉，这是什么东西？也什么警车模型？怎么扮成僵尸啦，米宝宝哦？你说，你跟我说说要怎么办？你说说。女二讲，哎呀呀呀，倩女幽魂哦。可是倩女幽魂太漂亮了呢，我要看起来就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哇的那种，不然扮倩女幽魂的话会太漂亮。家中老是闷闷的，是因为穿婚纱让飞宝现在求一次婚。啊，飞宝宝吗？各种男性植物都可以喷，扫完喷一喷。先不要。啊？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穿婚纱的僵尸？你们知道吗？祖祖是哪一家电信的？因为每家的使用的频段都不一样，我不能说全听。扮黑山老妖，我才不要嘞！黑山老妖好坏，好像可以。Hello 栗子 ，Hello 沙鲁，原来是祖祖被拒婚了哎、欸，鬼新娘吗？是吗？不回头，忘记叫啥了？是不是有一个动画电影？对对对对，好像是，还有一个穿婚纱的那个穿婚纱的僵尸，阿飞有求过，我也不知道哎、欸，鬼生鬼生哦。哦，红衣小女孩，我朋友扮过了，我不要，我不要学她，我不要，我要别的。我曾说的美，她没有，她好像没有，她只有跟慧慧讲过，没有关系啊，慧慧比较重要嘛，对不对，飞宝宝？我真的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说，就是。啊，算了啦，真的是哦，哦，嗯，会会哦，祖祖要扮小龙女吗？小龙女太那个了，太温柔了，扮小倩也太温柔了。小啾说的那个吗？小啾说的哪个？小啾说的啊，地狱新娘，地狱新娘吗？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来试试看。对啊，会会很重要，真的是很坏耶，金姐大叔。今天吃素真的好吗 ？QQ， 今天为什么不能吃素？走心族90、1800、2000、2600、3000，这个我好像真的其实有点听不太懂。Hello， 这个闪灵太危险。恐龙恐龙锵，还是你反差大一点，扮荒野女巫。荒野女巫是什么啊？好耳熟，我来查一下荒野女巫。不说，在荒野女巫。我将远去你脚步。Oh my god！ 这要怎么办呢、啊？你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
心，我不在乎。我好像可以扮年轻的荒野女巫哎。Hello， 花生什么事？海潮是什么意思？荒野女巫可以。祖祖 TP 活动办李莫愁，我会笑死。李莫愁是谁啊？李莫愁。说的每句话。哦，是《神雕侠侣》里面的角色哦。为什么会笑死 ？Hello， 易凯 ，Hello， 娃娃兵。趁阿飞不在，偷偷提醒你，今天是阿飞生。阿飞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飞宝生日快乐。哎，好像错边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飞宝宝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就说了不能提醒他了。我要来唱小小鸟帮你庆生。小小鸟，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鸟，小小鸟，哇哇哇，小小鸟。来，你好 DJ One， Hello 晴晴， Hello 圆奶宝，我没有无视你公车迷，不要，生日快乐， Hello 浪客 Rick， 生日快乐，因为我买了一张专辑，也登记了我的名字，希望可以被谁抽中，谢谢你 Chanty， 原来在啊，在，谢谢小蛋糕的心之冠，小龙女吗？米宝宝，这有点难从表面上看出来我扮的什么 ，Hello 金门草莓奖。要很认真的，我是很认真的问你们，你们不要再跟我讲一些我办不到的角色了啦。美人鱼的反叛，乌拉苏吗？乌拉苏是谁啊？乌苏拉吗？乌苏拉啦，是什么乌拉苏？乌拉苏是谁？我的小小鸟会被吃掉？不会，快跑啊，祖祖！有人要摧残恶魔了，绝对不会告诉你我几号生日的。希恩，你今天也生日吗？对啊，生日唱我是一只小小鸟。飞宝宝，你要飞高高哦。用可爱的这个生日记错了，怎么了，小星星？恭喜小蛋糕中奖 ！Hello， 灯火，小龙女很简单，故意不听音乐讲。哦，哇哦，这个不行，你宝宝我会被 ban 掉。还好我生日过，我才不要飞高高嘞！不行，你是飞宝宝哎，你要飞高高啊！不是快乐鸟的日子吗？是哦，飞不高哦，飞不高了怎么办？有一天却变成猪猪的目标。了晴天，自己有了足足的依靠。趁人静的时候，总是睡不着。怀疑是不是我的足足没有很好？没有很好。怎样究竟有谁？哦哟。我永远都找得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飞，想要飞呀飞，却怎一直飞得高，却一直飞得高，好，可以一直飞得高。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飞，想要飞呀飞，就飞得很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不算。飞宝宝，你的飞宝宝飞高高之歌。Hello， 坤坤，你的耳朵可以。飞宝，你过得好，你一定要听完。飞宝宝 ，Today is your birthday， OK？ 祖祖都乱改编吗？对啊，西兰，因为今天是飞宝宝生日，我们要一起祝飞宝宝生日快乐乐哦，太高。
的人啊，你们好不好？很好很好，飞宝宝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听完哦，让我唱尽情，你决定了你的理想燃烧，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谢谢，发生什么事？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飞，想要飞呀飞，就飞得飞很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飞，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得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最爱的要求算不算太高？算不算太高？小小小小飞，却飞得飞很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足足的真的算100分，是不是差点放枪？有一点，有一点，原来吧。耶、yeah! ！祝我们家飞宝宝生日快乐！我们还有什么歌可以可以来当你的生日歌？我想看哦，我们来个，我们来个，我们来个，可以庆祝飞宝宝生日歌有什么嘞？我们来看一下下，我们来为飞宝宝唱生日祝福歌。我来看看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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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们来听，我们来听，我们来听听听，永不失联的爱啊！飞宝宝，你永远不会忘记这是生日的，不要惩罚寿星可以了。干嘛这样马克杯？你会活过的，晨晨晨不是晨晨晨。FIR 的我要飞刚好有飞，我要飞吗？好，可是我不太会唱哎、欸。还什么有什么有飞的歌啊？飞，我来打一个飞，看会收到什么歌。有飞鸟与蝉啦，可是飞鸟与蝉好像不太一样。还是我们要来 fly out， 走到飞啦，就直接来走到飞了啦。我们来走到飞的，走到飞的歌词版好了。我怕我不会唱，就是要祖祖不知道会唱的啊，就乱唱这样子吗 ？AKB 有一首跟生日有关的歌，好，我等一下来放这首《东微笑西恩》。好，神威就走到飞了。阿飞的小蝴蝶，好，没问题，飞宝宝，我等一下放这个，飞起来，好。等一下就我知道错了，不会再告诉祖祖谁生日了，来不及啊！走到真的飞，来，我们走到飞一下，来，祖祖的 K 歌时间，帮飞宝宝庆生 K 歌，希望你不要吐，马克杯你要撑住哦，走到很欧哦，飞飞飞起来。猛猛的打野，让子弹飞，别中午打来。记得我这，你真的是哎，你飞宝宝，别叫哥是在累赘我声音的哥，枪子是在背，垃圾管理一个半台，不要赖，天外飞仙，别靠太近，结局千万别学。小猪记得这路转。
哎，我们闭着片，真男人让我说的算，变钱的时代你快被打败，我被时间掩埋，我却是稳稳的站在这云端。The forbidden paradise, young broken, 等待 broken。祖祖在虐待自己，干嘛傻？我不会，我在天上飞。祖祖不太好，风暴，他没风暴，我觉得不太好。好，我等一下狂听走到飞，下一次帮飞宝宝再清一次声。因为我们走到飞，耶耶耶，我可能有点高，但不用特别跳，你终究会到，耶耶。记录每个动态，中文说的自然，我的坏在野外，耶耶。但风格没变样，穿上今天在台北夜空上。还好祖祖不知道我的生日，我好像知道哎、欸，你是不是射手座？我记得，休蛋鸡嘞！我在天上飞 ，Hello 日华，台北魅力展运动组对，刚好好像就是 Nike 的 Force 的那个秀，你就不知道我的生日了？原来宝是什么星座？我有点忘记了。我有猜对吗？天秤座吗？还是你是不是快生日了？是吗 ？Luca， 谢谢杨雄的星之怪，谢谢思源的星梦姻缘棒。可是其实阿飞的小蝴蝶我也不知道会唱，但是我可以放一下这首歌。飞宝。不是飞宝，不是走到飞，我阿飞的小蝴蝶。这段我真的完全不会耶 ，BCW 的太难了。谢谢飞宝宝的星之冠，好了杨雄，好了龙骑士 ，Luca， 强烈要求 AKB48 Team TP 全体营运同仁让原子组远离粉丝各自，不准他碰你会员卡。哦，会员卡上面为了你们生日哦。完蛋了你们记得麻烦的 alright 谢谢原奶宝的擂茶，这里不像包厢可以切割，只好切煮出来了，哎、欸、没有礼貌他的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会 rap 真的是太难了。 Oh man oh man 就到飞呀，因为我们走到飞耶耶耶耶，走到飞耶耶，会员卡没有吗？为什么要说出来让他知道呢 ？Hello， 落日一下下，我觉得大只的最难，我也觉得大只的好难哦，大只的超难的耶！来了来了，大只的要来了，主竹台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切的？不行，我觉得那个谁的也很难的，那个谁熊仔的也很难哎。Hello， 落日一下午下午。还有什么？只能签纸笔，不准碰生写真购买名单。购买名单我们也看不到。Hello， 白色方块。Hello， 好懒。蟹子有个够，才恨你，还得意，还客气，我就养着梦。哎呀，你只是条妹梦想运而已。祖祖十月生写真很赞哦，是不是？万圣节纸笔应该用心签一下了吧？我都很用心签啊，你们这什么意思？飞宝宝，迷你帽，我很认真签，我真的很认真签的啊！来了，阿飞的小蝴蝶。万圣节的早就签完了吧？还万圣节的还没啊？是要生日的，应该是差不多了。生日的我很可爱哦，我超可爱的。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脸有点又黄黄的了？我这次会买哦，写错字你就完蛋了。我上次好像也有写错字，糟糕。看不见，耶耶，
深红的眼，我好像有听过哎。一切，听见是非，耶耶！因为吃了地瓜吗？什么东西？因为吃了地瓜，你说我脸很黄吗？这样写错字，然后祖祖面前要罚写100遍。Hello, Fun Play。我没有写错字啦，我可能少写字有可能啦，上次忘了加 S， 还刚好被飞宝宝抽到。不要拿一家前面那种没有空白的纸笔出来比，没有比较没有伤，没关系，星期六可以报仇了。为什么星期六可以报仇了？意外在耳边，从此不再撒野。哎，为什么这样我就不能撒野嘞？蝴蝶。什么吃火锅再标记我？好啊，阿飞要买24包指定祖祖3次纸笔哦。为什么？为什么是24包指定祖祖？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Hello， 阿哲，星期六不是去看安安室？Hello， 451，21号就可以了呀。Hello， 翠翠 ，Hello Ken， 说你不能撒野，你还不是照样来？我就是欠揍，怎么样啊？Hello Ken， 晚安。嘟噜嘟噜，嘟噜嘟。他这皮咋那么难拔嘞？我磕到皮了啦！Hello， 小蛋，你为什么要打我先？你好怪哦！既然是我一单心之怪，小坏蛋。等哪天对跟我要揍你！你好坏哦，阿哲！你们怎么跟人讲？该让竹马丢礼物制裁，不行！今天我跟你讲，我已经把手机藏起来了，竹马拿不到。这个好硬哦！蝴蝶，我是你的小飞豹，耳边。没有，今天他拿不到，今天祖玛拿不到。万神 ，Hello Tomo。但我跟你讲，真的，我觉得这次有选到睡衣的各位们啊，真是赚到了，真是赚到，有指定我的，真是赚到了，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可爱的照片了，我真的自己也这样觉得，可爱到我觉得太可爱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啊，竹妈今天拿不到了，哼哼，我有收起来。Hello， 志祥 ，Tomo。谢谢大家来我直播间，有吼吼吼吼！什么？我还没收到睡衣，我的升学证都要比别人晚一个月才拿到，为什么先？对啊，我把它偷走了，什么？我把它藏起来。迷你猪不会来，大家可以回家了。谁说他不会来的？我现在就让他来。我告诉你们，告诉你们。直接让迷你猪出现，圆猪猪。Hello， 整系男子，迷你猪不要来找，不要来，我先去看狗狗了。狗狗现在在播吗？狗狗现在在播是不是？明天要考试，先离开。哈，流星拜拜，流星加油。地瓜有些皮可以吃，真的。我来看看果果要不要公播。猪 ，baby 呀，猪宝宝 ，baby 呀，你怎么那么美？你在吃什么？有一首歌叫《扛得住》吗？我在吃地瓜。哦，你在问我吗？你在问我吗？嗯，有人问，是谁问我？佩森问我，我没有听过哎、欸。
如果穿教会很像戴袖套吗？很好看。他们说我看起来像戴袖套。是啊，他就是袖套风啊。我还特别想要去买袖套哎、欸。真的啊、哦？真的啊。说像像，我跟你讲，超像，超像袖套，也太迅速就出现了吧！方方我就说果果爱我吧 ，Hello 虫虫，扛不住，对不对？果果，你是不是爱我？我爱，我爱你，爱死你！你看吧，谢谢得力渔翁得力的心之罐罐，国宝，你什么时候要来我家？阿丽都来过了，就是说啊，你什么时候？才要让我去你家？随时，无时无刻吗？对，无时无刻，你想来就来，随时为你开门。西恩说：“我把阿丽放在哪里？对不起，你家很乱的。”先跟我国宝、欸。对呀，竹要不要去唱歌？我们去唱歌。我不能去啦，又不是现在。哦，你以为我说现在吗？不能，今天晚上太晚了。果果，你不能，你不能引狼入室哦。德全说的，而且他说祖祖草莓风暴说祖祖有点吵哦。哪有？然后德全说你家玻璃会破掉哦。是有没有这么吵？祖祖就是狼。祖祖未满十八岁。对嘛，我未满十八岁。为什么？莉莉等一下会播吗？莉莉等一下，等一下她播了，你们跟我讲。莉莉播了，如果来得及，我就跟她连呐、啊。莉莉，等等，什么时候？我真的要先离开一下。好的，你要记得回来哟。Hello， 浪客 Rick，Hello， 小白兔。果果，千万不要找祖祖去，请三思。Hello， 沙优 ，Hello， David， 请三。等等，我先转成一。Kent 说我是二戒，引二戒入室。没事没事，我最爱你了，果果，宝贝。我也爱你，猪宝贝。猪宝，我是二戒，爱你果。我家的鸟跟玻璃。还好不是国生日的时候连播，那应该会吵到真的玻璃破掉。我生日的时候你没有播吧？那天我没有，我有看你播啊。叫阿丽啦，看看祖祖，看看祖祖大滴滴在跟谁连播呢？滴滴很棒啊，滴滴棒，我也觉得赞。是不是？对啊，弟弟特别棒哎、欸。对啊，我爱你们哎、欸。对美，弟弟是特别棒的。就是说啊，这叫什么大爱，懂吗？大爱。对，这代表你看得到每个人的好，所以你每个人都喜欢，对吧？对。希恩说林婷丽变成绿婷丽了，我觉得对。我真的最近都叫她穿绿色。祖祖直接把生日蛋糕唱到整个融化了啦，直接先融化了。对，祖祖阿丽觉得为什么我的头绿绿的？哎、欸，我跟你说，我们家这边的飞宝宝啊，生日啊，你愿不愿意帮他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宝贝？我吗？嗯，飞宝吗？对，没有问题啊。好，预备，一二三，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Hey. 祝你生日快乐！ Hey. 祝你生日快乐！ Yo. 祝飞宝生日快乐！艾瑞克说：“果果当小三，那我小三有点多，怎么办？我们家丽宝宝的小三也蛮多的。”没事没事，你们可以跟我说你们快要生日啦，我都会帮你们唱歌的。德全，德全，德全，祖祖有点花心。嗯、你说说阿丽的小三有谁？波波啊，慧慧啊，这是想不到的，这是想不到的。章鱼啊，很多好不好？
很多。章鱼不是也是你的小三吗？章鱼是我孙女啊。是你孙女就对了。桃瓦哥说突然觉得生日没有那么重要，桃瓦哥生日很重要。我跟你讲，我们你跟我们说，我们两个一定会合唱生日快乐给你听的。金界大叔只要果果唱，千万不要叫竹竹唱歌。我怕我的小小鸟会被竹竹唱飞。不会的，中勋，我会帮你唱到你的窗台上都是小小鸟。猪猪不用了，如果要唱就会爱你一下哦的圈。我也想要有那个哪股那个特效有白色猫咪好可爱，可是我没有办法。什么叫白色猫咪？还在解锁。你去看呢，还有黑色猫咪，可是还没解锁。因为它要播1000个小时，还是以后我们就24小时不要断了啦。我也觉得可以，你不觉得很不错吗？我也觉得还不错。Hello， 原奶宝 ，Hello， 贾鲁特，欢迎回来。也请你带走我，既然没情人，留不下我一个轮廓。不要这样干啦！睡波，把你的爱留给我，是这样唱吗？把你的爱留给大地的辽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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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不嘟不嘟，上一次才播了5个小时，还是我以后播就5个小时起跳，就5个小时当基本。然后500个，要我要播多久才？500个小时这样子要多久？播个50次哦。一次播5个小时，然后500个小时就是十次吧？10次哦，不是吧？100次。十次，50，5个小时而已。100次，对吧？对，100次。啊，你500的那个结了吗，小鹿宝宝？那就还没啊，那就要先有500啊。所以你500还到，所以你还有500多哦，等于是你还有。所以我要连续每天播5个小时，要播到50周，我才可以解锁。你要播100次。啊、哦，播100次。播100次，然后不准加班。我们刚刚是否见证了数学的奇迹？对，啊哦，被原神 Telebibu， 对，100次，对，100次，对他们说100天，所以要播5个小时，播100天，那100天是几个多久？3个月，3个月，所以你现在要每一天播5个小时，然后播3个月。然后还要超过，你大概要播5个月，因为我们现在500多还没有到。啊！这是什么数学计算方式呢？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国族式数学。祖祖跟果果、哎、数学一定是体育老师教，我们两个数学都很烂哈、哦，宝贝。真的很累。哦，是真的很烂。我也是。为什么国很常拖台前？谁问的？塔瓦哥吗？哦，是德全哦，德全啊。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拜托不要。小燕的很自然。谢谢史密斯的星梦一元棒。要气到中。宝、欸、宝，我跟你讲，这首歌是我很喜欢听的歌，给你听。这首歌叫《冬眠》。好。好啊，好啊。先给国听。啊，我打错字了，我把原来宝打成女部的你了。这是谁唱的？这是思南唱的。Hello， 思源 ，Hello， 小精灵 ，Hello， 嘎逼 ，Hello， 小易，人真好。因为你对啊，因为就是我忘记他这次要复出了，然后不小心让大家发现这个事实了。让大家发现。Hello， 龙龙，你在干嘛啊，果果？我去拿了个口红。果果，你从下仰角拍，好好看哦。
她脸才看起来会小。好漂亮耶。 Hello 冯甲，于萍。 Hello Pat， 来宝表问号。为什么你们会气到中风？ Hello 汤乐江。 Hello， 为什么阿嬷会生气？因为我拖台前嘛。真的、哦、Hello 立生。如果天气的笑颜是不是很好听？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不过是好听的，对不对？果果今天第80次直播，祖祖今天第89次直播，真的假的？我第89次了、啊、为什么我是第89次？我怎么播那么多次？好红啊！没关系，我也是。Hello， 神威 ，Hello， Ra，Hello， 玉安。不是拖台前，是经常性故意加班。我觉得很棒，宝贝。但是他们会生气，所以你还是……而且我也担心你身体，不要播太久。谢谢整性男子。啊、这画面真五小时，你没事，我们大家都要中。我不会再播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你们也会累，我错了。对啊，那你真的播了？但那你真的播了89次？为什么我播了89次啊？你怎么看我播89次？小玉，你怎么发现的？听他叹息着。啊，糟糕，他有录影啊！哦，真的、啊？你怎么演女部的他了？你每个礼拜开三次啊，果果开两次哦。你听他掩饰着哽咽，时间又到了，是不是？又到了又不能连播的时候了，是吗？不对啊，应该还可以啊，怎么会这样子？小易是 TTP 录直播，赞赞呢，小易你真的很棒，谢谢塞哟。他们都会找人帮忙录影，很棒，全部都有档记录哦。你好强哦，小易。还是小易其实是女生，不是吧？她跟社长真的、哦，小易不是女生吧？对吧？小易是男生对不对？为什么是女部的她？我是男生，好，知道了。我还以为你是女生，吓我一跳。害我想说，我是不是一直都误会你了？我一直以为你是男生，结果你是女生。怎么了，宝贝？你怎么说你不要走？我没按到啊。我也没有呢。Hello 仙 ，Hello 仙，听你喜欢的歌《爱存在》。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首歌？傻傻，我有看你直播啊。而且我真的最近一直在听这首歌，虽然说找不到口红，依然没找。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可是我新的不见了。我跟你说，我那天哎是，嗯，你先说。还是你想唱这首？哪一首？爱存在这首。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吗？还是你要听《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你想听哪一个？要，我要听那首，我要听那首，我要先听。好，你想唱？可是我就，还是你要我们就唱这两首《爱存在》跟。好啊，可是我们不能听。不能听这首，不是王思安的歌，是另外，这是另外一个爱存在，对吧？是魏琪琪的，对对，《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是新的翻拍版的《流星花园》的片尾曲。祖祖，我先跟你分享，我前几天买了口红，就是那个阿丽的那一支，因为我很喜欢，我就买了。嗯，然后我一次买了三支，我买了其他两个不一样的颜色。嗯，然后呢，我就在家很开心的开了三支，结果呢，有一支就不见了。哈？我一开完就不见了，我完全找不到。你的？我就在我的化妆台前面开的哦，我还试色，怎么好漂亮哦？结果开完之后，我在地板也找不到，在柜子里面也找不到，沙发那里嘞，包包、口袋，没有。外套？完全就是可能现在，然后我就放着，然后就没了，就不见了。我没有放在口袋里面。妈妈有没有拿？Hello， 放飞国妈没拿。Hello，、啊、放飞 Tiger 的熊猫。Hello， 神屋国妈没拿。Hello， 西恩怎么了 ？Only。Hello，OPPO。我不是爱王思丹的版本。
是魏琪琪的版本。爱存在，我们没办法同步唱。我这边有同步哎、欸。哦，真的吗？真的。Hello， 小精灵。Hello， 四五一。好了，我有三个阿力用同一款。那我练一下这首歌，然后你练一下那个《世界这么大》。好，我知道。好吧，爱你。你是不是每次都找人家联播啊？没有啊，我就找你耶，现在。最近啊，真的吗？还是最近啊？这么感动？最近没有，我上次也想要找莉莉播，可是因为他们播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比较没有对到。哦、嗯，因为他们你播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是一样的，对？就是我们播的时间刚好是八点开始，八点的话就可以就可以联播到九点。可是如果我们家莉莉九点要播，她、是如果你知道迟到了的话，九点二十分好像就不能找不到，好像就不能播了。好像二十分、哦啊，因为他们就要吃鸡了，就不能，我就不，我上次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们两个才断掉的啊。哦，两边时差两秒，听了头好痛。Hello， 神威，只有找果果，对啊，猪猪说，对啊，我要练新歌了，要唱，因为要折磨你们的耳膜了。爱存在。爱存在，我愿爱却在你身上存在。短发主帅哥在联播，短发主帅哥是什么东西？你说什么 ？Tiger 吗？那个肉肉跟小慧在联播，真的、哦，只有找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输出，你直播就不能认真唱吗？明明二周年唱那么好，真的吗？谢谢希恩，我很认真唱啊。爱存在，宝贝，是宝宝。我们能反对吗？不行。Hello 龙龙 ，Hello 思源，谢谢思源，爱祖祖，谢谢季思源，一百分。我相信爱存在 ，In my life。你那个小小鸟唱的鸟要快要摔死了，你最好是认真的。哎，宝贝，我唱那个小小鸟给你听好不好？好啊，好，可爱版哦。可以。好，我等一下要不要打？我是只小小鸟。我是呀飞，对对对对，绝飞呀飞，自由逍遥。嗯，不是不是，不是。怎么唱怎么唱，我不会。你唱的那个是可爱的那个歌，你唱的是儿歌，对不对？我是。不然你不是说，你不是说你要唱可爱版的？不是，我是唱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可爱版。你唱的那个儿？对啊，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不是的可爱版。你是儿童版，这个不够可爱吗？你是儿童版，我想说这不够可爱吗？你再唱一次。我是只小小鸟，飞呀飞，噔噔噔，你叫又叫。他说用你前辈的威严禁止祖祖唱啊，可是我没听过，我想要唱，我想要听祖祖唱。好啊，那你听我唱。八七四爷为什么要二次攻击呢？因为 Ricky 我们家果果想听啊，对不对，果果宝贝？拜托不要。八七四爷，好了，我要来喽。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直接唱副歌给你听，好不好？好好好，好，我们讲直接讲重点。我们今天到重点 ，OK？ 我喜欢这种。来喽！一只，等一下，我没跟上，等一下再说。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又飞，却飞又飞不高。寻寻觅觅，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我怀抱这压力要求算不算太高？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的小鸟。有同步吗？一点点。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到目标。寻觅觅，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怀抱。酸不酸？酸不酸？太高，太高。Give me five. Yes, yes. 这么延迟还合唱，辛苦你们的耳朵了。嗨，宝贝，你看我家宝贝啊，好可啊，好可爱哦。喵喵，喵喵叫什么名字？忘记了。Tiger. 哦 ，Tiger 就是猫猫啊。狗狗叫什么名字 ？Uno. Uno.Bruno， 我以为是 Uno。Bruno， 晚上好，思佳。思涵不是思佳，思涵。停止你现在的歌声，对不起，素颜。怎么了？为什么还要来个合音版呢？救命啊！果果学坏了。看这只大笨蛋。Bruno。Bruno，赵传气到写信给子红老师，赵传哥，对不起，谢谢大福哥的雷茶，竹国出品必属佳品，真的耶，我们两个这个还不错耶，鸡饲养，我觉得挺好的。哈喽玉，狗狗都生气了，你看，完美跳过，你是不是在搞关系？Tiger 拯救聊天室的众生，感觉像两个小鸟在巢里面等母鸟喂食。我是一只小鸟，双高联播，我们是 TP 其中二柱，其中二柱。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那个唱歌的叫原子组，对啊，还有果果，对不对？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跟着对方，给你丢一个星梦一元吧，你没有错。你也写，一样。你要丢给我吗？我丢啦。怎么没有看到？我丢啊！真的吗？冰大说 ：“Hello， 果果。”“Hello。”上次医院你们的急诊室有耳鼻喉科吗？我要去。有哦，谢谢浪 ，Hello 浪客八五九 ，Hello 俊颖 ，Hello 小巴兔 ，Hello Ice。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乱搞。Hello 万神。阿丽没有来直播九点了，你看了、啊、她。我跑来了 ，Hello Hello， 打屁股了啦，林宝莉哦 ，Hello 拆钩神者，你丢自己的直播啊，白痴哦，丢错了啦，嘿，丢给自己的直播这么厉害，对不起，我丢错了啦，我这个白痴。我在那边丢得很开心，想说丢了丢了啊！谢谢猪、对不起啊，宝贝。公司应该在什么？公司应该要开一间医院，这样的话应该会，应该说还不错吧？就是耳鼻喉科就直接挂满这样。依然说果果长颈鹿脸没有果果长啊？什么意思？他说你是长颈鹿，但是脸没有我长。那你要、啊，那你是什么？有什么脸很长的动物吗？马？怎么给自己挖洞跳？这个可以吧？你怎么可以笑成这样？你很坏！你很坏！就是马，不然呢？我这个时候内心里、脑海里面浮现马，但是我觉得好失礼哦。
我就没有讲，然后就自己说妈，我瞬间整个被戳到笑点，哎，我都流眼泪了啦，你看果果我都流眼泪，笑到流眼。你猜这样子才是失礼，真是的，我快要笑死了。妈怎么叫啊？妈。好坏啊！您尊重，尊重是好。对不起，宝贝。我难过，我难过。妹，妹是羊。你好烦。我也好。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呐、啊。对不起啊，宝贝，太好笑了。哎、欸，我现在流汗呢。谢谢老沙帮我。太夸张。好啦，别的啦，有没有什么别的？然后你喜欢的啊？这首歌就是《世界这么大》还是？不是真的，我属马。哦，真假的？所以挺适合。哎、欸，我觉得，哎、啊欸，你是国宝马、欸，哎，不错，很棒。哎、欸，我觉得不错，哎，国宝马。哎、欸，可以可以，我觉得铃声中，好笑。Hello， 谢谢沙优帮我分享直播间。哎、欸，宝贝啊，你就国宝马了啦，我觉得可以。好难听哎、欸、！Hello 钢铁零粉 ，Hello 塞路，国宝马是啥概念？就是贵，很贵很贵的马的意思。哎、欸，你不要小看一个很贵的马，很贵、欸，真的很贵哦、喔。多贵？是那种可以到就是几百万美金的哦、喔。真的真的。不要讲。驯马师这种手那种真的很贵，真的是。Oh, OK OK， 好不好？国宝马，宝马，对 对, 對，它是宝马，对对对对对，宝马宝马。我是宝马，宝马宝马。主族开宝马，对对，你说我要开宝宝国马，我载你，我要一只小国马，从来也不停，我从来也有骑有骑，那、什么时候？没有哦，没有，宝马 BMW，Hello 丽卡生气糖弟弟 ，Hello 小白兔，长颈鹿骑马这能看吗？对耶，哎、欸，好啦，我觉得宝贝、啊，你以后就是宝马了，你是宝马。动物园，大家好，好难听啊！你说大家好，我是郭宝马，怎么样，宝贝？宝马，请叫我宝马。没关系啊，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那个长颈鹿，跟我类似的四只脚。嗯。很像很像，我们都有四只脚。我没有零尊重，哪我哪有啊，毛利啊，我讲得很好，好不好？我觉得真的啦，真的很贵。果果跳逆转王子，我应该会想成宝马王子。哎、欸，可以耶，宝马王子，骆驼都是传说中的奇幻动物园吗？哎，大姐，你回来。中勋说驴子跟骆驼都是脸长长的，那你驴子、骆驼跟马，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马，那马好了。对不起啊，宝贝。我是马国币。哎、欸，我真的觉得我跟你笑点其实蛮像。其实我刚刚真的认真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我又怕我太失礼，所以我又没有讲。真的，哎、欸，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像，是因为我们的笑点都很低。对。我觉得还不错哎，我觉得还不错。这个真的太好笑了 ，Ricky， 对不起，我真的忍不住了，马国币都出来了。没关系，我们不要马国币，我马国币，马国宝，马国宝，我觉得马国宝，宝，马国。宝，哎，两个笑起来都好笑，他说我们笑起来都好笑，哎、欸，我真的都流泪了、啊，宝贝。好了，你跟我一起当动物了啦，四只脚的动物，
什么是九十九次国金鱼啊？是你吗，宝贝？妈呀！竟然出运动会的时候，马国跑，马国跑，谁叫叫马国跑跑？那如果你偷放屁的话，是不是马国屁？还有什么？马国啊？马国非常情路？马国有没有什么跟长颈鹿很像的动物？跟长颈鹿的吧？知道那个龙？麒麟？那个、脖子很长的那个龙是什么？麒麟啊？是吗？是吗？我不知道。Hello Kevin， 不是马后炮吗？马后炮，马后炮好惨哦，不要啦。Hello Lisa，Hello 谁？麒麟鹿。玉说两个不讲话，明明可以当美艳模特，一开口就像笨蛋。我们是兼具聪明与笨的美丽化身，可以吗？赞赞，可以。谢谢思远的新资管。巨蜥哦，巨蜥跟长颈鹿长很像，是不是？开口全毁了，我又得全完了，都坏掉了，我们都坏掉了。为什么德全跑过去了？德全两边跑。德全，你怎么说走就走呢？你怎么跑过去了？因为德全也跟我们一样是大滴滴啊。可恶！我双开哦，原来是双开哦，我误会你了，我误会你了。为什么是郭星鱼原子猪原子猪啦？不是原子猪，马国宝的国宝跑了。是谁带坏谁？我都搞不清楚了。是果果带坏我？你确定吗？我们互相带坏吧，这个是吧？是吗？哎，你这样半张脸好好看哦。这就跟戴口罩很好看的意思是一样，对吗？不能露整张脸。你什么意思？Hello， 国妈妈，上班偷懒哦，辛苦了。二人又没电了，两个。如果跳掉这个画面的话，他还会在吗？什么叫跳掉这个画面的话？哦哦哦哦，应该我还在，但是你会宕机这样子。麒麟园跟赤兔国，哎、欸，很棒哎、欸，我觉得可以哎、欸，我觉得以后就是这个可以，我觉得可以。麒麟园跟赤兔国，哎、欸，我觉得还不错哎、欸。联播不是就是要玩合脸的部分吗？这样子吗？合脸。哎、欸，不行，我们不对，这样子对，这样子是反的。等一下，我先跟你合，我先，你先不要动，我先跟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哎呀，我这样，你再进来一点点，你们帮我合。没有，你要过来啊，我们家是偷同一张脸呢。等一下，你先让我合。不是，你先让我合，然后我才能合你。这样吗？这样。等一下哦。这样。有对到了，对到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是，你不要动哦，帮我们合。好，反过来。你要反过来，去另外一边。哦，去另外一边。是不是要再过来一点？这样吗？他知道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反方向啦。不会，我看到了，我在你的直播间里面，快点。可是，这样吗？我是不是要再过来一点？哈哈哈！你要进来一点啊，宝贝。进来这边啊！对，哪边这边？不对，太多了，你上来一点，不是，上来一点点，够上来了吗？进来一点点，进来一点点，嗯，再进来一点点，你再进来一点点，这样子我整张脸都快露出来了，不是你要进去一点点，不是往这里，这里，对，进来一点点。再进来一点点，你有对到吗？你要看你直播间有没有对到我啊？
你是白痴啊！我跟你说，现在两张脸是长同一个。不是这边，我如果要这样的话，是这边。是这边，这边是我。不是不是啊！啊，等一下等一下，这样吗？这样吗？这样，好像是这样哎、欸，你再进来一点点，这样，再出去一点点，出去一点，这样，再进来一点点，哎，这样，出去一点点，这样，那有没有截图？要在果果的直播间看，你们这样子，我们是看两个都反方向吗？怎么用啊？我不懂哎，我这样我不理解，我不理解这个。哦，因为我有开镜面，然后如果你有开镜面的话，我们两个就会是在同一边。可是我好像没有开镜面。哦，谢谢。对，我们刚刚在耍无彩无边。哎、啊，可是我这边，所以我们刚才干嘛？我这边应该有哦，我这边好像有哦。那你那边有？我看一下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传给我截图？哦，他说我们都开镜像，要都开镜像是不是？果果，你不要看错台。哎，祖祖刚太出来了，这样吗？这样。我不要跟你一起合脸呐、啊，但你脸会小我一半呢、欸。你知道你的脸大概是我的这边吗？你的脸大概就只有这样子。没有。你是下巴的部分没有，你的脸大概就这样。没有，没有。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脸啊。对，有吗？有，我们下次来拍一张照看看。好啊，好啊。果果突然领悟了100分，近一点，好难过，进去一点，这样吗？突然发现祖祖的阴谋，哎、欸，有了，我不要跟你合照。我跟你讲，有了啦，有人传，有人传给我，有了吗？有了吗？看一下哦。我太出来，你太出来了啦！你要再进去一点。反正要远近，那我远一点。对。那我近一点。你进来一点点。出去一点，啊，这样这样这样。好了，我好了，我接到了。啊，你闭，等一下啦，你闭眼睛了啦。啊，在哪里？再一次，再一个，祖祖，再一个。等一下哦，你不要动哦，你再进来一点点，再进来一点点。好好，出去一点点。好好好，你再进来一点点，太多了，一点点就好。好好好，一二三。好，看一下。有吗？有吗？啊，我啦，我太进去了，再一次，再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好好，再给我一次机会。一、一、一、二、三。好，我截了三张。那有吗？好像不行哦，我等一下，我截图的时候会晃倒。等一下，再次哦。再次，再次，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对齐一下哦。你进来一点点，好，预备，一、一、三，好，看一下，感觉很贵，有了，我等一下传给你看，好好好好，好不好？好不好？Brought the show, hustle every day. This is how we roll, baby. 我已经三天都没睡，每天就吃肉，今天只是刚好偶尔一城市的夜景。我舍不得回去，你知道我说哪里饭店五星级，柜台看出我心情。我是乡下来的，好兴奋，想多留几星期。这颗超级糖需要搭配 O2 梦。为什么我一直闻到一种什么味道？臭臭的味道。我包厢天堂的花老板也能 get it all。 哦，我知道我知道。 Hello 王果果。 Hello 国妈。
证件包。证件包。Hello， 王哥。Hello， 西兰。今晚还没睡，因为我又要飞，心里准备好了鞋和空位，登机花位。我们等一下就不能空播嘞，九点半就不能播了。好，九点半就不能连播了。OK OK， 那来逛街，还想要睡的就等明天。隔天早上七点做了些什么？没有记忆点，还想问清楚，不找机会。因为明天公司发薪水，比不嫌贵，就是不觉小费，我还喝到大烂醉。好笑，原来宝说我们两个结合是长颈鹿嘛。长颈鹿嘛。谢谢嘎逼的心心。三点半哦，结束了，九点半要结束了。好了，那我要放果果回去了，我不要吵他了。你继续跟你的宝贝们聊天吧，妈妈，妈妈。OK， 妈妈，你按结束。你以后是妈妈哎，我你马我马马妈。马超出超，超常喂马喂马吃马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没人知道吗？这 是那个啊，《三国演义》那叫什么？终极一班的那个同个系列叫什么？终极三国？三国三国。对对对，反正就是那个里面的果果。如果果果重要，拜拜。果果如果是妈妈的话，她就是鱼，她就是章鱼的外祖母嘞，不是外祖母，曾祖母嘞。曾祖母，对啊，终极三国队太老。好啦，那你回去吧，我要去洗杯杯了。我觉得我的杯杯有一种臭臭的味道，我赶快去洗一下。拜拜拜拜，你按结束，因为我不会按。拜拜，我去洗一下，拜拜，国妈拜拜，我去那个洗一下杯杯，我等一下回来，我放音乐给你们听。生煎包，生煎包。哎，为什么跑不动？嗨嗨，椅子。为什么没有歌？有了吗？好。Hello Kevin，Hello 四五一 ，Hello 地狱奇迹 ，Hello 田中。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布丁粉 ，Hello 地狱奇迹 ，Hello 咖啡。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天了，刚聊天聊到一半。成长的旅程，这个路口，Hello 一晨。不会重现。的时候，隔壁那个不要借机会加播哦，他已经超过时间了，是不是？欢迎战士 ，Hello 南野，对，结束了毛良。多少天真 ，Hello 隔壁 ，Hello Jeff，Hello 龙龙，欢迎大家回来呀呀呀！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许多个四季。天哪，这是什么？这是谁？好强哦！啊，今天晚上是不是他们在比赛啊？我来偷看一下他们的战绩好了。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噜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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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高桥城 ，Hello， 如哥哥。
晚上好呀，大家。你就不要送我，你快回去。谢谢小星星的花枝精粹，晚安，晚安的全。重现的时候，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所以刚刚慧慧在跟那个谁，慧慧在跟肉肉播连播吗 ？Hello 田真 ，Hello 思源，对不起，我刚脑袋空白了一下，想想十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路人请无视。好的，特工团长，没问题，高桥成。可是我都会打招呼你 ，Hello，、哦、我这个时候来点名好了。挂听忙一下，哎，飞宝宝你在吗？飞宝宝，飞宝宝，宝宝，宝宝，飞宝宝，哎，有人在吗？大家都还在吗？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还是遇见你。我想要送飞宝宝一个生日礼物。今天晚上阿丽没有直播，对啊，正在修祖祖昨天的路。谢谢你沙优啊，把我修漂亮哦。谢谢沙优，我有看到你帮我拍的照片，好可爱哦。谢谢你，我真的超开心的你。谢谢你沙优，谢谢你有拍我，爱你啊。谢谢沙优，上班挂听中，好。Hello， 草莓风暴点名咯，对，谢谢田中的玫瑰。Hello， 小白兔，好哦，飞宝宝现在一定是在慧慧那边，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就是这样子。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唉，没办法，谁叫是什么呢？寿星最大，没办法咯。昨天边喊边拍，昨天边拍边喊一百分。你说你吗？还是我？我有听到你的一百分，然后我也有回你一百分。谢谢嘎逼的 love love。Hello 树宝宝，欢迎回来。我们来听 Hello Kitty 好了。Hello Kitty, you're so pretty。哒哒哒哒，卡卡卡卡哇伊。这是走心吗？走到南极了。对啊，我走心走超多的。咔咔咔咔哇伊 ！Hello， 田中，你有要回来？你要？好，我去，我等下去问一下阿里有没有要播。我怕他在。你看我的眼尾的这个笑到眼尾的都不见了。好，我等下去提醒他一下，思涵。提醒一下我家莉莉啊，莉莉开了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不能 PK 了？对啊，好吧，阿莉开了开了，好，那就好那就好。You're so pretty pretty。Hello， 逸晨，开播了开播了，好好好好。我把我的眼尾笑到那个眼线都不见了，你看。Get off me。咔咔咔咔哇伊 ！Hello， 鸡丝羊，飞宝宝回来了，对不对？飞宝宝，我要祝你生日快乐哎 ！Hello Kitty，Hello Kitty， 其他人是不是有些人走了？我就不管喽。飞宝宝回一个右，我就立刻出现。好吧，飞宝宝好像又走了。Hello， 田中。You're so pretty, pretty。 好吧，那算了，不要唱歌，什么都可以。不会啦，我不会唱歌了啦。卡哇伊，可是飞宝宝跑去奇慧那里了，那我就不管他了。
小皮。咔咔咔咔咔哇伊！到底现在还有谁在嘞？这个时候来个点名，一二三，点名。算了啦，我不要，我不理他了，我不要理你们了。快点呐、啊，有没有人在啊？哟吼吼 ！Excuse me, everyone， 大家都跑去浪了，留下一两个陪我聊天吧，你们。我不在啦，你在啦。哟，想不到我还在吧？你最棒了，高桥城，你最棒。思远不在，小星星在，我在。刚刚下播哦，真的，马哥辛苦了。四五也在，很棒。今天也在，很棒。草莓风二在，如果有在，这是哦，两边跑好。我觉得很棒哎，德全，谢谢你愿意相信我哎。Hello Kitty，Hello Kitty。Stay with me， 爱存在。我真的要不在了啦？为什么？你要去哪里？等一下，我相信你什么？相信我不会唱小小鸟。今天也是我另外一个偶像生日哎，谁呀？谁？现在生日是天秤座，没错，对不对？本团长只好奇你生气气嘟嘟的走心表情，就是这样，觉得很难过。林丹是谁啊？怎么了的全 ？Hello， 毛良。哼。我留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是天平月无误哦，赞！你可能要 Google 一下，应该是。Hello 塔瓦哥，怎么了毛良？不简单，说分开，说分开，走心嘟嘴可爱，哈！我的依赖，沾你的我。紧紧抱勇敢，我相信爱存在。没事啊，很可爱。好啦，看到你走心，我忍一下，你唱吧。祖祖走心吗？还好啦，还好，没有。只是他们说我走心很可爱。真的，我真的觉得。等一下啊，我要给大家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给大家看可以吗？现在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吧，生写真吗？就是照片已经出来了，现在也不能买了，对不对？睡衣的不能买了，对不对？那我等我一下哦。轻易说分开，你也只在我的依赖。祖祖今天费宝宝生日哦，我知道，谢谢羊奶宝。Hello 鸡丝羊，我来给大家看，给大家看我的睡衣生写真。真的非常可爱，没有指定到我的，就是稍微可惜了点。看，看不见呢。啊，是不是要调亮一点？看不到表情，对不对？看不到表情，好可惜哦！我觉得我这张表情很可爱，我是这样，这样。
你这是刚睡醒不想起来吗？对啊，是不是很可爱？这不是睡衣行路吗？哇，谢谢塔瓦哥。Hello Ricky，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被我吸引了一下？差点说被我勾引了一下，不对，被我吸引了一下。不要拿行路骗我们哦！哎，原来宝，原来宝哦。Hello 龙龙，真的好思源，很可爱，谢谢你。我觉得我那张还不错哎，我觉得超可爱的，觉得超赞。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走音，爱存在。In your eyes, in my life， 爱存在。呜。Hello 田中 ，Hello 西恩，欢迎回来呀呀呀！好啊，谢谢田中的我来签到了，好可爱哟、哦，好可爱哟、哦！噔噔噔噔噔。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Hello， 羊奶宝。好吧，那现在大家如果都已经去浪了，那我就真的要来唱歌给大家听了。啊，我来练我最不会的抖音好了。Hello， 飞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不要哦。相遇的时间。啊，我走音，我不知道。你说空瓶是何许愿？好哦，我在哦。Hello， 小星星，飞宝宝回来啦！冷静，朋友，不要残害大家。这首歌 OK 啦，这首歌你们说可以。起出现，海之桥也不再遥远。小慧关了，为什么？你骄傲的飞跃，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却吹远。又关了，为什么？它是宕机关掉还是什么？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跃。它最近很常这样，就忽然之间关了，还是宕机关，还是它是结束然后关掉？曾告别 ，Hello， I'm yours。我昨天谢谢 I'm yours 追踪，突然就关了，不知道原因。一眼，真的假的？宕机吧？嗯，应该是宕机，因为现在不是刚更新嘛，就很容易宕机。谢谢 Ricky 的普通福袋 ，Hello Gabby。好啦，飞宝宝，我要送你生日礼物了啦！我刚一直要找你送你生日礼物，就不在，你跑去浪，真是哦！说要送你生日礼物，你不听，一直跑掉。出现，脚也不再遥远。对啊，我只能送这个生日礼物了，我没有别的生日礼物可以送了。重建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的侧脸，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跃。怎么了 ，Ricky？ 为什么生气气？一晨 ，Hello， 德璇，下次彩带丢准一点就好。好，下次你再跟我说你坐哪里，但是我不一定有办法丢到你那里。可恶，不小心按掉了，哇，来不及了，落了一下下。不会，羊奶宝要谢谢飞宝宝生日。
晨在，晨晨在，一晨在，一晨在，一晨有吗？一晨有抽到吗？听不见的宣言，飞董生日快乐，飞宝宝生日快乐。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哦，喷口水。谢谢飞宝宝，谢谢月宝宝的月色秋天，谢谢西安的口罩，谢谢一晨的彩蝶，生日快乐哦，飞宝宝，你真的真的真的生日快乐哦。在我成熟的笑脸，弟弟们四处浪，走心族生气气啊！就是说啊 ，Ricky， 我刚刚很生气耶，你真的是我都跑掉，至少留一两个人来陪我聊天吧，就全部跑掉，全部跑掉，然后没有跟我聊天，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不是太过分？是不是太过分了？哎，黑妹，是不是落日笑笑？快乐哪次不快乐？真的很棒，生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你诞生于这个人世间非常重要的日子，所以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谢谢晴晴的星梦应援棒，会很过分吗？有一点咯，有一点咯，足足 MP 了，有一点，有一点，么啵了，么啵了，喷一喷，还好我一直都在骗人，洛瑞小小。晴晴哪有啊，我一直都在，只是没说话而已，好吧。这可以 ，Hello， 神威是这样吗？我有点怀疑耶。我爱我，我看见你，神威，时候，这暖暖吹过，吹过头发，吹过耳朵。我一直都不在，看到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看到的，我都是错觉，被拆穿了。对啊，你那蓝蓝。你很烦呢、欸。女神刚刚放过庆祝了吗？啊，还没耶。对，我们要来庆祝每一个。啦啦啦，每一刻都值得庆祝，每一个都像许愿的蜡烛。刚刚去听国唱歌，终于有音乐好品味了。没礼貌，神威没礼貌。Hello， 叮当鼠 ，Hello， 龙龙，我们来听庆祝。每个梦都得到祝福。Hello，Tom。欢迎回来啊，老毛娘，欢迎回来。祖祖是女神呢、欸，对，女神。但是我们现在要走放下我包的路线。Hello， 拽日君 ，Hello， 毛娘 ，Hello， Ricky。祖祖唱歌其实很好听，不要那几首就好。谢谢羊奶宝帮我平反。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都怕变成女警察，你不是说远不假，强先生了个喷娃娃，我们都在偷偷的长大。哎呀，新歌吗？你说庆祝吗？停歌，我们在帮飞宝宝庆生。谢谢小蛋糕的星梦圆满，恭喜中奖。婷哥，你赶快祝飞宝宝生日快乐！赶快，我们今天是飞董的，飞董帮他就好了。婷哥，婷哥是什么时候生？我想一下，婷哥是属什么？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亲，所以婷哥你也是，我都祝公主生日快乐。你是什么啊？你是什么？你属兔对，婷哥你是什么星座？我有点忘记。我记得我那时候特别记，我记得如哥哥是双子座，对不对？不知道，82属鸡。婷哥应该是，我想一下哦，婷哥应该是。
也天平，所以婷哥也天平吗？是吗？是吗？婷哥也是吗？感动的得到祝福，我才不是射手，公车名。没，所以你也生日，婷哥啊，生日快乐啊！都值得庆祝。是吗？我打赌祖祖不知道我的，我真的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原来宝的是，原来宝，我猜一看哦，你是双子吗？原来宝 ，Hello 人好，对，我是金牛座。原来大昨天，原来昨天的行动大家都不知道，这样不错，真假的啦？婷哥你生日啊？婷哥你怎么都不讲了啊？错了是不是？祖祖通灵了？那你是金牛座？原来宝是吗？是吗？每个泪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你们跟我讲啦，我现在努力记一下，我记一下，我记一下。因为像我记得之前如果有跟我讲过，他好像是双子，我应该没有记错。我妹妹来了，凤宝宝，摩羯吗？摩羯还是水瓶？摩羯还是射手，不用说了，祝你老公主生老公生日快乐。老公主是谁？姐姐，我刚在阿丽姐姐那边。水瓶，羊奶宝是水瓶，对，羊奶宝是水瓶。摩羯的，我刚还特别把摩羯想说绝对不可能，原来宝那么疯狂的人，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摩羯座。老公主，对啊，老公主是婷丽耶，我是小公主耶，我是小公主。雨下的瞬间，好强哦！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笑死！所以婷哥你也生日快乐，婷哥我等一下再唱那个庆祝给你听。黑哥，好了，我昨天生日了。对啊，婷哥是水瓶，对，不是，是天平，讲错。婷哥，你是天平座。Hello， 许贝贝的顽皮，谢谢小蛋糕的花枝精粹。飞宝宝不要逃，庆祝还好吧？我唱庆祝应该还好啊。谢谢贝贝的星之冠，谢谢你。谢谢小蛋糕的星梦一元棒。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怕到不行，没礼貌，飞宝宝。头贴不错哎，早上完全没有拍到。什么意思？不可以跟祖祖说自己生日，大家还想要过。Ricky， 我想要认真帮你们记一下你们生日。果果那边又在多拖台前了。果果真的很漂亮哎，其实，其实好像可以不用讲，对不对？谢谢小蛋糕的我来签到喽，生日好久没有过了。Only 是糟糕了 ，Only 是水瓶还是天平？水瓶 ，Only 是水瓶。二周年的早上我没有拍到你，但是晚上有过几天发。好啊，谢谢婷哥。我知道你没有拍到我，因为我有看到你发现实动态，然后我就想说，没有我耶。我的头贴站在，我那张很那个呢，很狼狈呢，我那张超丑的。祖祖其实很漂亮，谢谢一晨，谢谢小蛋糕的行为。对，好像其实不应该讲，对不起。我们家果果真的很漂亮，祖祖其实不漂亮，其实，祖祖一定不知道我生日，我猜猜看，思源的个性哦，思源你是巨蟹座吗？还是金牛座？我应该记得没有是金牛吗？哦，你站在哎都压了几张，慢慢发了啦。哦，好啦好啦，对啊，一副没有睡饱的脸。对啊，我真的是我真的眼睛都没有张开啊，我真的是啊我。你其实不吵，
对，加菲风暴一。祖祖的另一个名字原子不原原不挑。为什么我是原不挑 ？Hello Ricky，Hello 浩毅，现在发完我之后就会没有料可以发了。好，我记得没错的话，中勋应该是天蝎座哦。祖祖其实很正。你很烦欸你们啊呀、其实祖祖很可爱一晨又见面了 Lori 笑笑是什么 Lori 笑笑是双子吗我发现我粉丝团到齐了好讨厌的三星也没不行凤宝宝你要有心情考试你一定要加油的没事凤宝宝你考完试我等你慢慢抽阳光回来好不好谢谢飞宝宝的心之冠祖祖真的也是颇可爱的也可以用婆可爱的哈，那我们用婆咯，刚刚猜的都不是。母羊，走心了啦，怎么了？洛瑞笑笑，我八分钟前才说过。天平，我万圣节生日，真的假的？一晨是万圣节生日哦，所以我一晨是天蝎座、是吗？谢谢凤宝宝的五彩蝴蝶，也不是，是锵锵的思源。那我想想看哦，很认真。水瓶，来不及了，心还是走掉了。我记得洛瑞笑笑是，我想一下哦，我记一下，洛瑞笑笑是天平，飞宝宝是天平，所以我们天平有很多人哎，思源、飞宝宝，然后洛瑞笑笑，然后唱停歌。对，凤宝宝是母羊座。我们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透的刺眼？你的视线是亮界，你一定记不住啦，应该可以。原来宝是什么星座来着？我现在立刻忘记了。原来宝刚刚跟我说，原来宝是。摩羯，对，他是摩羯，跟他最不像的星座。原来宝是跟他最不像的星座，他是摩羯。你是双子，哦、我刚没有讲双子哦。好，双子，好，思源是双子，好，所以如哥哥跟思源是双子。飞宝宝，停歌。飞宝宝，停歌。飞宝宝，停歌。落日一笑笑。是天平，飞宝宝洛瑞笑笑停歌，你要不要写下来？我用脑子记，写下来就不是就这样不对。好，我写下来稍微背一下好了。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时光的瞬间。我不会用这个的记事本欸，糟糕了。是两天，为什么舍不得熄灭？却看见那是泪光的力量。存在的地方，一直 note， 我身旁三星 note， 有，我看到了。好，我把它记下来，等一下哦，十月。这份爱有多不对，着你如此漆黑，忍住疲惫。打开窗，才发现你就是光芒。那瞬间是什么？飞宝宝是今天嘛？十月十四号。舍不得熄灭。谢谢晴晴，
小盒子丢比较方便。对，我要记大家的星座，然后我记得中勋是天蝎，中勋是天蝎，天蝎座。然后一晨是天蝎座，我直接用冒号好了，天蝎冒号。冒号，中勋，然后一晨，一晨，一晨，我的眼睛哦，找不到字呢。一晨，一晨，然后原来宝是摩羯，原来宝是摩羯，原来宝。然后谢谢落日一笑笑，恭喜中奖。Hello， 风仔，竹妈要帮各位办圣诞祭吗？办圣诞祭吗？生日活动，请忘记感谢你，来不及了。所以你快要生日了，中勋，一晨也快要生日了，落日一笑笑也是天平。然后阿丽是双子，答错了，我答错了，什么东西 ？Hello， 田中，干嘛？不行，忘记。Hello， 发生什么事 ？Hello， 发生什么事？你是不是？我来猜猜看，你是不是？我记得有人跟我一样双，不是跟我一样金牛啊。本来生日那天你直播，后来延期了，无缘。对不起，因为我后来有事情，我想把日期收回了，来不及了。公车迷是射手。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还有树宝宝也是。谢谢 Ricky 的福袋，我生日那天你笑唱。对啊，我昨天笑唱鸟飞之时。对，是咯。对，我在记生日。卢哥哥你是不是双子？我有没有记错？我之前没有写过四五一，我之前是用脑子记，结果我现在全部忘光光了。四五一是不是金牛还是双子？马哥第一次小宝啊，谢谢一晨，谢谢你。你是不过十五号，一月十三是吗？啊，真的啊，卢哥哥是双狮子啊，对不起。那是谁？那是阿哲，是双子，是吗？只准被误解、被骗，世界背后总有残缺。的分岔路，减一，十二哦，我猜这么准哦。Hello， 香菇，谢谢香菇标记我。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你是处女座 ，OK， 好好，对对对，我记一下，处女座。四五一。是双鱼座，本丸梅子是双鱼座，梅子。梅子是，谢谢 Ken 的星之怪。本丸梅子是双鱼座。看一下哦，新鲜柠檬耶！今天柠檬是金牛，金牛新鲜柠檬。看一下哦，射手思源的有，有。我看一下哦，我忘记了，等一下思源你不要提醒我，我记得思源的是，我一定记得，原始猪你快点脑子再打开那个
凤宝宝，我记得你是牡羊座。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思源，我有记得你的，我记得思源是双子座，对不对？是吗？是吗？对耶，对，我记得。就觉得安心母羊，我真的是太高估我自己的记忆力了。我那时候本来想说用自己的脑子记，结果我把大家的名字啊乱改乱改以后就忘记了。终于对了一个 ，Ricky 是什么星座？当然啊，马哥是什么星座？嘿嘿，我记得啦。新鲜柠檬跟布丁同一天，叮当鼠是天蝎，天蝎，天蝎。天命中注定，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叮当鼠。静静依偎在你的怀里。女生不太喜欢的星座，射手座。他们都说射手座很花心哦，公车迷跟树宝宝都是这样。天秤座的阿凯，天秤座的，我要唱给你听。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停歌，还好什么停歌？我跟祖祖一样是 B 型，你怎么知道我是 B 型？本完美子，对，我是 B 型的。你真的要把这些空间拿去记日文歌词就要算，没有没有，你们的生日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的生日都是，也是很花心的星座，巨蟹座，是吗？我只看美的，敢问狮子座的评价如何？霸道，任性，没有啦，开玩笑，狮子座就是比较大男人一点吗？是吗？比较有自己的。天秤呢？天秤就是非常注重心理平衡这件事情。就是我比如说你给出了一分的话，别人要给你你的平衡点才可以。就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比如说我对你很好，可是这个人对你很坏，你就会生气，觉得没有不公平。你猜错越多得罪越多，要继续猜吗？走心仔，跟栗子差三天，真的、哦。我有看祖祖的简介啊，嘿嘿。爱你的心，处女座的全是处女座吗？我来记一下，处女座的全，甜蜜的全，就像夏天的风雪。处女座的话就是完美主义啊，就是在你要求的你最在意的那个点要完美主义。二单 ，Oh my god， 刘哥哥，我真的不知道二单是什么时候发生，糟糕了。卡缪，天秤座。阿丽之前有一个粉丝生日小本本，后来整本不见了，所以我决定记在手机里。祖祖大师，请帮我讲解星象。好的，没问题。原来宝，我记得原来宝是摩羯座，跟你最不像的。摩羯座其实应该是很闷骚的星座，你怎么那么嗨？你怎么那么 key 笑？不要猜了，你可能会得罪十二星座。谁很花心啊？谁很花心啊？不就是射手座跟巨蟹座吗？还是天蝎座？是吗 ，Ricky？可是因为我觉得还好，天秤座花心吗？天秤座不花心，天秤座不花心，但是天秤座很照感觉 ，feel 不对，他就不行了。就比如说我像啊，我想要吃麦当劳，然后啊，我现在不想吃了，得罪了三个星座了，到底是什么？祖祖很花心啊，金牛吗？天秤不花心，天秤真的不花心。原来我退这么多不花心，双鱼哪有花心？哪有双鱼座没有花心？
双鱼座不是花心，是双鱼座其实是对大家都很好，但是呢，就是呢，别人会觉得他花心，是因为真的对大家都太好了，所以他才会被误会说他是花心的。我没有，我不是天秤 Kent 是什么啊 ？Kent 是金牛吗？加推加起来，双鱼是中央空调的部分吗？嗯，双鱼很容易喜欢人，真的吗？这个还好吧。双鱼座是博爱才会被误会，对，我觉得是这样。我个人啦，对于我个人来说，双鱼座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双鱼座真的对大家都太好了，太温柔了。手段才知道你不想。闷烧摩羯啊，哎呀，有 Kent， 你有像摩羯哦，你很像摩羯，蛮像的。蛮可爱的 ，Kent， 你是摩羯对不对？但我也觉得我有点博爱耶。那你就要看你的月亮或是上升星座是什么了，因为月亮跟上升星座蛮星座大师 ，Hello， 妈妈咪呀，应该是他们的共通点吧？没有，因为你是非典型，对你完全不像，你很嗨耶，你很强，你超强的。你呛得很不对，而且你超嗨的，我觉得你嗨得很不摩羯。Hello 奶宝 ，Hello 黑哥，月亮在处女座，所以其实你也是一个算蛮闷骚的人呢，廷哥，你是小闷骚吗？在某时候，天平上升狮子。哦，嗯，阿凯比较像狮子，真的像，这个有想到，有，因为狮子会比较外向一点，都被我传染了啦。哦，是这样子吗？我呢，记得我吗？我猜猜看，我有点忘记了，我猜猜看，小星星吗？双子吗？叫我不管在这漆黑孤单的夜晚。我平时不多话耶，我看不出来。原来吧，容易喜欢人的双鱼，以喜欢祖祖的歌声。哇，谢谢 Ricky， 算是吧，至少没有喊 call 的时候蛮安静的。对，那就是其实是算蛮，你的这个星象算蛮闷骚的个性的。月亮是隐藏的另外一面，上升是表现出来。对，本王妹子你很棒哎，你上。Google 查星座命盘，然后把你的出生年月日跟出生时间跟地点打上去，你按搜寻就可以了。Hello， 叮当鼠，网路查，对对耶，不会是刚刚有看到吧？真的假的？你的个性蛮双子的啊，我真的猜对了，那、好棒哦！我刚刚没有看到，但是我猜对了，双子，小星星。还是要做歌回来了，问爸爸妈妈，对，出生时间要问爸爸妈妈。只是偶尔语出惊人，摩羯座会讲，摩羯座蛮厉害的。了解，让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星座台吗？现在稍微再讲解一下星座。Hello， 嘎逼，嘎逼什么星座啊？我是。哎，那现在沙优还在不在啊？沙优什么星座啊？我妈妈都跟我说我是捡来的，为什么？我记得我是，哎，叮当鼠不可以乱跟人家讲你时间啊，你这样子人家就把你生辰八字拿走了。出生时间可以去户政事务所查，对。可是可以吗？就是现在有线上可以查的地方吗？有吗？我向后转，只留下遗憾。嘎逼是处女座，处女座。处女座。嘎逼啦。好像以前家长都会跟小孩说是外面捡来的。不可以，要去现场查哦。好吧，问爸爸，爸爸都一定会说是夜晚的时间。也是啦，也是啦。结果上升是天平，
就你上身也是天平是不是？还是你说如哥哥上身是天平也还好，没有透露我的日期跟年份。好，线上不能查个资，只能亲自去户政事务所查。哦，了解了解。哦，你哦，你吗？你天平上身天平哦。一直这样像你爱的模样。Hello， 饭团啊！天秤座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天秤座会，天秤座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天秤座其实会是一个很正义的星座，就是如果比如说看到有人就是在路上怎么的话，他们是会去拔刀相助的。Hello， 小鹿，什么什么什么？廷哥，你的字被迷掉了。什么？我怎样？天平宝宝们，竹妈回来了。你做什么？那个脸没有，就是想说。就是两个都是天秤，好像是不知道是风象还是水象，两个都是这个的星座的话，就表示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照感觉的人。竹半仙占卜台不专业星座台，风象对哦，风象，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这个风象好像是风象还是水象星座，就是两个，就是你这样的话表示你是，对，就是非常照感觉走这样。娘亲，然后但是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天秤座因为是你的本星座嘛，然后你的上升又是天秤座的话，表示说其实你的表现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人，你是怎么想你就是怎么表现出来，你感觉 A 的时候你就会表现 A， 你感觉 B 的时候就会表现 B， 是对，就是这样，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很单纯的人，但是很照感觉，所以如果是比较有条理的人，可能就会被你逼疯。Hello， 志伟，感觉是风向走的，什么意思 ？Hello， 文宝，祖祖礼貌又不失礼的微笑，好可爱。扣这样喊出来了，对啊对啊，就是你是那种可能会走在路上忽然间喊扣的人，因为你想到你就会做出你想到的那个行为的模式的样子。天秤上升天秤，对你吗？你也是吗？还不错还不错，大家还不错。你们是不是这边都是同一年同月同时段出生的宝宝们啊？哈，这次升写真是不是比较好看？这次升写真听说还不错。剑达缤纷乱 ，Hello 浪客四五一，振东，谢谢花生什么事的擂茶。花生什么事？你是什么星座啊？我不是啊，我上升狮子啊。哦哦，我想说，你也是吗？不会，并不会。我觉得你会，我觉得你是那种会这么做的人。你到底在怕什么？我很怕你走一走路，然后就原子注意100分这样，然后我觉得哦哇哦，就大家直接帮我宣传了，会不会停歌？你会不会就这样走在路上，然后走一走走一走，忽然间原子注意100分？你会不会？我都是在安全帽里面喊call，真的假的？有啦，像元乃宝，你像。你是闷骚宝宝吗？你是摩羯闷骚宝宝，会，就是可能以为旁边的人没有听到，但其实大家都听到，很像你啊，元乃宝，全世界都听到了，就是可能就是你以为没有让大家听到，太阳跟上升星座跟哦真的哦，所以你是天蝎上升狮子哦，很好看啊，我指定女神，谢谢刚车米 ，Hello 小蛋糕。就是礼貌笑哦，双子，好像是，对，发生什么事？双子，我不怕你不懂爱我，
不行，我在写字。等一下，不可以。那并不会帮你宣传，反而被抓去精神病院的概率比较高。Hello Lolly， 谢谢东东帮我分享直播间。戴全罩的还好吧？就会看到一个人在全罩安全帽里面的。当太阳变成星光，当爱情换了方向，如果我的爱太紧张，又会怎样？未知的明天总让我彷徨，谁给我力量？只害怕你，我如果可以得到祖祖的探望的话，我喊不要这样啦！如哥哥不会，如哥哥会说全部人停下来，现在听我喊，狮子座，狮子座嘛，对不对 ？Hello， 小鹿，我也要喊怡珍我婆，对对，你有可能哦，你会走在路上，怡珍我婆这样，有可能哦，然后你就会觉得feel 对了，晚上好 ，Lolly，Hello 汉。羊奶宝，你到底在讲什么东东？我听不懂。你在喊什么啦？就是戴安全帽，然后大家全部人听到的是这样的声音。Hello， 李冠。把习惯当作爱，你猜。Hello， 小鹿。我要什么？呜、哦、那是你喊的，我不能喊，是不是？本丸梅子是梅子是谁？梅子是双鱼座，双鱼座不会，双鱼座的话就是会默默的付出，然后默默的支持你，然后会给你温柔的加油打气，会让你觉得温暖，觉得开心，就是梅子，双鱼座温柔的代表。但是真的，大家也不要小看双鱼座哈，双鱼座哈那个疯起来哦，也是蛮疯的哦。路人我要报警了，是刚刚什么账？祖祖对星座好像蛮了解，我很喜欢研究星座，说的我都不温柔了。天秤座看感觉，你现在忽然间想温柔就会温柔，但你这个时候忽然间想要变恶魔就是恶魔，我是不是押韵了？好像没有押韵。那母羊是什么？母羊就是很冲，想到什么就冲了，就是没有，还没想到就冲了。哦，而且母羊座跟那个一样哦，母羊座跟摩羯座一样，都是小闷骚。天蝎座吗？天蝎座就是有仇必报，没有。天蝎座的话呢，就是天蝎座，我想一下哦，天蝎座的话是比较，是一个非常会交朋友的星座，我觉得天蝎座。本丸大咬我，什么？所以东东是天蝎座，东东。吕冠是母羊座，好。而且我听说天蝎座啊是一个非常会宠女生的星座哦。原来我们是小闷骚，对，你是非常的小闷骚，然后我要做是大闷骚，这样。然后因为摩羯座通常是小闷骚，然后闷久了还不说，然后但是母羊座就闷久了会说会爆发。那双子座呢？双子座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喜欢玩乐的星座，就是。也比较活泼吧，我觉得双子座是一个活泼的星座，
就是他需要找，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很有趣才会吸引双子座，或者是这件事情很神秘才会吸引双子座。我有像狮子吗？其实不太懂星座。如哥哥吗？如哥哥，像啊，你都如哥哥了，为什么不像嘞？对吧？祖祖怎么那么懂星座啊？因为我很喜欢看跟星座有关的书，或没有到书啊，文章。好厉害哦！下次要收这个也没有到收钱钱的程度，我还不会算未来的东西，我这个只是解析个性。就因为我觉得星座跟个性蛮像的，就是虽然每个人的家庭会影响的还是会不一样。像你看那个我们家摩羯座宝宝两个，就是我们家那个谁，奶宝跟 Kent 两个就很不一样。你看 Kent 他就是真的是小小闷骚，都就不太讲话，可爱可爱的在默默付出。但你看原奶宝就是属于就是比较爆发型的摩羯座，你知道，就是比较吵，比较活泼。所以双子喜欢神秘我吗？可能哦。双子座就会觉得神秘我有趣好玩。惨了，变成讲星座的台了。没有，只有今天跟大家讲。嘎逼是什么？我忘记了。嘎逼是处女座的。处女座的话，金牛吗？金牛座的话就是比较机车。蛮机车的。对，很机车哦。对 ，Kent 都默默付出，我有看到 Kent， 我都有偷偷看到你，我都会点名，真的哦，就是。我每次对我很机车，我每次都被都，而且很固执，我每次都被竹妈说我是什么妈，竹妈你都说我什么？死金牛，他都说我死金牛，就是很固执，对对对，很固执，就我觉得对的东西就是对的东西，没有错，就是对的，对，打死不改，打死不改哦，绝对不改哦，怎么讲怎么不改哦，然后撞到哦，那个什么南墙不回头。什么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不是？那个南墙还真要撞了，才发现它有一道墙在那儿。有一些还撞了，还不知道它是墙，这样子。机车固执是事实。I'm yours 是那个吗？是金牛座是不是？金牛宝宝100分，真的很棒，旅冠100分。旅冠也是金牛，对不对？是吗？不对啊，但是好处是他是母羊，但是好处是你们执着一件事情比较容易成功哦。对啦，就是比较能够持之以恒，就跟祖祖认为现在认为自己是正常，其他人都 说什么都没用。对，我妈是金牛座，真的蛮固执的。对，不到黄河不心不死。对对，就像你们每次说你们都我的一样啊。对啊，你们都我的啊。旅冠是母羊是不是？成员有哪个金牛宝宝不机车的吗？机车的点应该都不一样吧。我金牛没错。好，我帮你记一下。 Yours 金牛宝宝。好，竹妈觉得天平如何？竹猫好像比较少天平的朋友我记得小顽固。对对，你是母羊，母羊就是还没有想就冲了，没想到那么多就冲了，真的。欢迎回来凤宝宝，像凤宝宝应该也是哦，所以你们都要先尽量先思考过以后再。可是他们说如果你母羊，然后好像说什么火星什么哪一个什么逆行，就比较不会那么冲的样子。那个启阳老师说的，母羊座就是还没有思考就冲了哦，凤宝宝。姿态，你的青睐，我在你的存在，你为爱。母羊座喜欢当头冲的优越感吧？没有，狮子座比较喜欢，狮子座喜欢带头冲，但是母羊座
不喜欢当带头冲的那个人，但是呢，他其实也很喜欢，他都自己冲，但他很喜欢那个叫什么？那个他很容易喜欢上一件事情。玲玲不会带头冲，那是因为他还是小狮子，他还没长大。对，狮子座有一种女人，等到玲玲长大以后，哦，不得了，带头冲。对，他们是冲锋组。母羊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但是有一个小缺点啦，听说有三分钟热度，这个我不确定，可能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对，他现在是小狮子。对啊，一真前辈就有女王感啊，你不觉得吗？而且通常啊，狮子座都是高冷型美女，竹妈就是狮子座。Hello， 人好。我很喜欢狮子座的女生，非常喜欢，就是因为竹妈，而且竹妈很喜欢骂人。不，但是熟了就不一定了。你说谁熟了就不一定了？三分钟热度吗？对，就是你会很容易移情别恋。Mina 前辈也是狮子座，那她应该也是属于小狮子的部分。你好 ，M 哦，骂人狮子座，竹妈有人说你没有你，哈？母狮子跟公狮子不一样，真的？没有啦，他们是说那个我们前辈有人也是狮子座，可是他很可爱，我说他是小狮子还没长大，对不对？那个狮子王？对啊，他们是辛巴呢。辛巴顿，狮子熟了会不一样。狮子熟了以后变小猫咪，对不对，妈妈？是吗？嗯，是什么？对，小狮子就是猫咪。对，狮子男跟女的特性不一样。嗯，其实真的。就像，可是金牛男、金牛女好像都有分懒金牛跟勤金牛。竹妈都说，但是不代表可以强过他。没有吧？可以强过他，就是要更强过他这样，要变成男狮子这样。还要问竹，这要问竹爸了。猫咪哪里有猫咪？小猫咪，狮子你会比狮子男气场还要有压迫感，真的，好酷哦！这个我不知道哎，真的母狮子哦，因为狮子是母系社会吗？哦，新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是吗？看来我应该蛮能跟竹马聊天的。为什么？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你喜欢有压迫感是不是，婷哥？对，婷哥是 MM， 他是小 MM。对，婷哥。妈咪。不要这样子，婷哥有婷嫂了。狮子男通常会稍微收敛一点哦，真的哦，难怪婷哥，我不是狮子男，是权威感重，女狮子是偏带领型哦，竹妈母汤哦，你被婷哥都母汤了啦。公车迷 ，Hello， 西兰。婷哥说：“竹妈先不要。”好好笑，还有昆虫在。怕爆！婷哥说怕爆，婷哥怕爆。你当了什么？你当了什么？凤宝宝。你当了什么，妈咪？
你可以帮我丢个垃圾吗？轻轻的，轻轻，轻轻，这个啊，谢谢妈妈。等一下，竹妈停歌100分，被家人点名喽。狮子座通常不喜欢做事拖泥带水，所以就跟我这个慢郎中，竹妈每次会生气。风宝宝，你说什么？竹竹今天怎么？竹竹今天很开心，很快乐。今天一直有逗我笑的事情发生。婷哥不怕，婷哥不怕哈，婷哥不怕。竹妈，你吓到人家了啦！你快点跟人家说你是开玩笑，还是你不是开玩笑？竹妈说她不是开玩笑的哦。金牛座是慢郎中吗？对，金牛座有分勤金牛跟懒金牛，我就是属于懒金牛的那个部分，这是偷懒型金牛。然后，金牛的话，慢郎中跟那个勤劳的金牛，勤劳的金牛就是会一直做一直做，但他们就是可能也会很慢。女生，我跟你讲个笑话哦，好，一直大笑，确定不是吃错？没有，原来宝没有，啥？你完蛋了，你被点名了，你被点名了，听歌。我也懒，你也是懒金牛吗 ？I'm yours， 别啊、哦，我认识的都超级的。你说金牛座吗？那就要看是哪一种金牛。水牛跟黄牛的差别，对，金牛座喜欢慢条斯理走稳定路线，像我就是成熟的狮子女跟刚成熟的狮子。VS 谁是刚成熟的狮子女？竹妈是想要做什么？不要问，你会怕。婷哥，不要问，你会怕。你真的会怕。你家阿姨现在在不行啦，人家有男女朋友了，差点说男朋友。不行啦，年纪太小了，不行啊。他有女朋友了吗？不可以这样。谁没有女朋友的报上名来？竹妈说要。喂，竹妈，中介，婚姻中介，你说我这边是婚姻中介吗 ？Hello， 阿米 ，Only 他举手了。Only 你几年次的？如果没有说，竹妈冷静。志伟哥，谢谢你的普通福袋。鸡丝羊竹，竹妈突然就问了大家的年次了。这里要开始变，没有，这里是婚姻中介。竹妈想要介绍那个结婚对象给大家。水没有。那双子座有分吗？还是说全部都一样？双子座分为乖的双子座跟比较不乖的双子座。乖的双子座的话，其实就是很聪明，非常非常的聪明。然后其实很会运用他自己的聪明在他的生活上面，所以你会觉得说，双子座很厉害。然后比较不好的双子人就是小聪明，会用一些小聪明用在一些不对的地方上面，就是不好的双子。冷静啊，如哥哥说他还不想嫁。妈咪，如哥哥说他不想嫁。不想嫁？嗯。不准。绑起来，直接绑起来上架。上架哦。好笑。竹妈，那个我们私聊。烟奶宝。他说大家平常都是家属推啊，怎么今天大家都说起来？竹妈冷静，属于不怕。竹妈说不怕不怕哈，好好笑哦。竹妈有呵吼是什么意思？有呜吼是不是？竹妈，我们可以好好讲话，不用这样。阿丽是很棒的金，很棒的不是很棒的金牛，很棒的双子。有时候就会用一些小聪明，然后我就会骂他。竹妈下次，但他是算乖的双子座。竹妈下次看到紫色大衣走来走去的，那应该是我。竹妈你知道齁，
下次要绑谁知道了齁？紫色大衣。嗯，啊，你知道竹猫最喜欢紫色吗？难怪我看竹猫刚说紫色大衣眼睛都发亮喽。直接就是猎物就对了。对，竹猫今天喝多了齁，竹猫今天有点开心。岳母这边请，还有另外一个紫色的，其实谁？原来我刚竹妈是车手的部分吗？岳母不是哦，竹妈冷静，好笑。看到猎物的时候，对，竹妈说她是狮子，狮子准备在狩猎这样子，然后刚好看到紫色大衣，就直接把它绑起来上架。竹妈，你千万要想清楚啊！没有，竹妈的意思是说要把你拿去嫁人。懂吗？他要把你拿去嫁人了，结果绑到林杰前辈的腿公。婷哥，这叫做命中注定，真的耶！你跟这竹妈真的是，100分，二选一都绑不对，也是不会错，其实绝对不会错的吗？哦，都哦，二选一两个都绑是绝对不会错了，是不是？我们两个一定都一起绑，我们两个只绑一个。你们太小看竹妈了，竹妈多大只，你们知道吗？你们不要小看她了，她一次可以抓两只哦。好激动哦！所以才哎，他毛明照刚好 MV 说，刚刚那个 MV 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不小心就变这样，不小心，对，就上架了，把他们嫁出去了。所以才说，所以才觉得跟竹妈聊天应该很聊得来。你说紫色被抓起来绑起来的部分吗？他喜欢，原来他喜欢。婷哥好像蛮喜欢的。好，了解。婷哥重婚罪通杀，竹妈我欣赏你，姬思阳说欣赏你，姬思阳什么星座啊？女神一直看不到我，悠悠我看到你了，绑去给怡珍前辈看看，婷哥都变成怎样了？哎，对耶，怡珍前辈也是狮子座哎，先不要，等等绑起来是什么特殊的吗？嗯，没有，就是纯粹绑起来把她嫁出去了，竹妈已经决定好了，对不对？竹妈已经分配好了，你要嫁给谁？一次抓两只。婷哥不用抵抗了，竹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你怎么会看过？你才知道，竹妈不是喜欢听小草吗？对，你怎么知道一成？妈咪，那个小草，你上次跟我分享那个什么吹啊吹的那个，双狮旗下，双狮旗下吗？两个狮子吗？你是巨蟹座基斯呀，我来记一下。基斯呀，想起你用唇语说，婷哥祝你幸福，我也祝你幸福。我看到女神脸书是看到竹妈年轻的照片哦，喜欢民歌的竹妈，竹妈喜欢沧桑的嗓子。等等，先不要，现在逃还来得及吗？你说你如哥哥吗？如哥哥，你现在逃还来得及，但婷哥可能来不及了，从他的那个紫色大衣就来不及了。竹竹那么漂亮，竹妈一定很漂亮啊，对。不想当竹竹的后书，不想当竹竹的后书。后书是什么意思？为何？因为竹妈超喜欢紫色。阿姨的后书应该是，有漂亮的竹妈才有漂亮的竹竹。对 ，Hello 霸气树爷，霸气树爷，你什么星座？小兔崽一子，沧桑的嗓音像姜育恒那样子吗？姜育恒是谁啊，竹妈？他妈妈喜欢刀郎啊，竹妈喜欢刀郎。嗨嗨，以后活动我要机灵一点了。对，婷哥要加油啊！哦，还有梅艳芳哦。婷哥穿紫色大衣被狮子女绑，不穿紫色大衣也被狮子女绑，对，都会被狮子。完蛋了，婷哥被吃屎屎了。竹妈一定很漂亮，保养得宜，真的。霸气视野是天秤座。霸气四爷，热烈的时刻，
藕紫是什么？不是，竹马喜欢，没有，竹马喜欢所有的紫色。你完了，忘记说了，女友也是狮子，真假的？廷哥，你完蛋了，你完蛋了。喜欢这么沧桑的、哦，对，廷哥束手就擒吧，真的耶，你完全就是直接败在狮子的脚下了。三狮，对，三只小狮子，不对，大狮子，刀郎跟梅姑骗你做什么？你真的超酷的耶，廷哥。竹竹是在打绑架名单吗？对啊，西兰，西兰是什么星座？我忘记了，我现在想要重新记一下。薰衣草紫呢？只要是紫色都爱桃花哥，不用挣扎了，桃花哥。桃花哥是什么星座？活在狮子的阴影中了。我也是狮子哦，小心点，加油哦，你要变四狮了，还有如哥哥哦。你喜欢天秤座？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天秤座，我也喜欢天秤座。Hello， 小精灵 ，Hello， 布丁，都是狮子啊，莫名的魔力，真的耶，你很容易吸引狮子哦，所以如哥哥你要小心哦，你会被廷哥吸引哦。好哦，然后再。处女座的，真的吼，如哥哥其实就是廷哥的女朋友，原来廷嫂就是如哥哥，我一直都搞错了。处女座。西兰有啦，你有说过啦，西兰，我之前有问过大家啊。西兰，哪一个兰啊？找到了，好哦，原来下次看到你一定要捶你。桃花哥有薰衣草紫色，那我要陪竹妈不理祖祖了，完蛋了啦！桃花哥移情别恋了啦，绑架名单一定。所以桃花哥也是穿紫色，是不是？那你也被绑架了吗？那桃花哥不是廷哥，桃花哥你是什么星座？快点，你还没跟我说。守着电话，我已见到我的房。见到了牵挂 ，Hello 喵喵，喵喵什么星座？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的姻缘色是蓝色，我喜欢蓝色。竹妈才是喜欢紫色，不要垂挺少啦。我的衣服都会穿比较橘色的。哦，橘色是谁啊？谁很喜欢橘色啊？阿丽是喜欢黄色，对不对？现在的星座天平哦，你也是天平吗？猫猫，桃花哥是什么星座？我要捶你，是竹妈的吧？什么东西是竹妈？对，是竹妈的。卢卡吗？什么东西？卢卡吗？卢卡是金牛，对。卢卡是金牛，怎么了？竹妈的姻缘色就决定是紫色，对，竹妈的姻缘色是紫色，大家竹妈一定会很开心。竹妈非常非常喜欢紫色。我刚刚讲什么讲？哦，桃花哥哦，桃花哥，对，队长大是金牛，所以桃花哥到底是什么星座？先去做竹妈的姻缘扇，可以，我觉得可以。Hello， 一晨，对，我是金牛。是小金牛，非常听你的话。竹妈的上庭吗？原来保100分造谣。我的星座是你正在做，什么星座啦？快点，你都不回答我，桃花哥，你不可以旋转我。我有没有跟上流行？你猜的，摩羯座。你说桃花哥吗？我觉得巨蟹。会旋转我，巨蟹。竹妈猜摩羯，大家猜塔瓦哥什么星座？快点看有没有猜对。竹竹喜欢深蓝还是淡蓝？我以前喜欢淡蓝，现在喜欢深蓝。Hello， 阿贵仔，好，谢谢你公车迷，可爱的什么超绝可爱竹妈吗？没有，可能是超绝霸气竹妈。先不要，我嘞，Ollie 是水瓶啊，不是吗？
笑死。Hello 玉安100分。Hello Steven, Hello 蘑菇, Hello 志祥, Hello 燕, 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北原生态, Hello 落日一笑笑1000分，谢谢阿尔法。Hello Lingo, 谢谢你拍我的照片，好漂亮。居然是金牛吗？桃花哥写金牛吗？妈咪他有像金牛吗？桃花哥是金牛。对啊，他旋转我耶，他是金牛。我会旋转人家吗？好像会耶，对不对？妈妈你知道什么是旋转吗？知道。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现在就在做这件事、啊。对。你的谎话。他是金牛。对。吓死我。吓死宝宝哦，真的、哦。居然是金牛吗？对，我们在还在星座。Hello， 古早古早味，有记住开心。昂的一番，昂的一番竹吗？什么意思？所以竹妈有看过我们了，竹妈有看过直播上的你们。竹竹晚安，昨天谢谢北原神推，好谢谢你要帮我修漂亮哦，北原神推，北原神推什么星座啊 ？Hello， 杨雄。妈咪一笑笑，落日一笑笑跟你说，他是落日一笑笑。落日一笑笑是天秤座。Hello baby。Hello，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Lingo 什么星座啊 ？Hello 九蛋，我是两个，你是双子座。北原神推是双子座，我记一下。北原神推是双子座，双子座在哪里？双子座，北原神推，北原神推，北原神推，原在哪？眼睛怎么了？啊，北原神推。Hello， 嘎比，我只想做你的宝宝。不小心喝醉睡着了，飞宝宝你睡着了，就是帅气的天平，很棒。Hello， Monkey， 醒了，好，恭喜你，欢迎醒来了。Hello， 逸晨，78人处女座，不会啦 ，Lingo， 处女座是完美主义，不是说到的78人。Lingo， 林果，好，我记得了，组织要记住哟。你帮我们记是要建议我们哪个成员星座比较适合我们买？我想想看哦。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找你们那个像的，或者是那个宫位的，比如说固定宫好像就是狮子、金牛。天平跟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好像是固定宫的星座，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你们的个性会比较像。你就狮子啊，没有，你是被狮子抓起来的，你是被四只狮子抓起来的小天平。天蝎，马哥是天蝎，是不是？好，天蝎，马哥是天蝎，在马哥天蝎，马哥。不装，为何变四了？还有如哥哥啊，如哥哥不是挺少吗？对啊，我应该就是爱金牛了。宝宝的双鱼，你说你是金牛宝，我就是爱金牛宝宝的双鱼，真的吗？你哦，双鱼也是固定公司是？旅冠 ，Hello 小叶，难怪你喜欢安安，安安是水瓶是不是？是吗？我有点忘记了。田哥回来，你各位都被记起来了，对，你们被记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星座，哎，阿尔法，你是不是？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我想一下哦，是双子吗？怎么可以忘记我呢？田哥，如哥找你呢，田哥，怎么了？一真神推，安安是天平哦，对不起啊，对哦，傻子我，对啊，对不起。对不起，他是天秤，对，，sorry， 对不起，我的脑子，哎，记错了，因为我记得安安是一个瓶子，我记得他是一个瓶的星座，可是我每次都记不住到底是天秤还是水瓶。Hello， 我醒了，
飞宝宝，我会生气哦。然后对不起，虽然安安不是我的女神，但我还是祝她生日快乐，很棒，公孙米很棒。Hello， 思源，思源，我记一下，我记得思源是双子座，马哥是天蝎座，固定的话是金牛、狮子、天蝎、天水瓶。那他马哥是什么星座啊？我记得我刚刚明明有记到马哥，马哥是天蝎吗？还是不是？金牛哦哦哦，固定宫、固定宫、固定星座是金牛、狮子、天蝎、水瓶。哦，是水瓶哦，不是天平哦，是水瓶哦。不要忘记自己朋友的生日啊！我也有一点快要忘记我们家莉莉的生日了，几月几号了？难怪祖祖会打破一样的啊呀，一成。会不会问到最后直接帮各位凑对了？嗯，这里是婚姻介绍所，哪来的这么多双子啊？谢谢风仔的星之冠，太阳天蝎上升狮子。哦，对，哦对吼，你是那个对不对？跟那个启阳老师一样。下次竹妈出现可以先通知一下吗？这样我才能逃。竹妈说来不及了。Hello， 羊奶宝，羊奶宝什么星座啊？Hello， 小风仔。Hello， 小精灵，小精灵什么星座？谢谢小风仔的星之冠。天蝎啊，难怪天蝎啊，难怪我这么爱小慧。真的，真的，小慧天蝎，我也是很爱她。但是我真的蛮意外哦，真的、哦，小精灵是狮子座。如哥哥，霆哥，你宝贝来了，霆哥。小精灵哈、哦，小精灵，小精灵是狮子。随便呢，你说的我都愿意去。下火车，摆动的旋律是真的。精灵怎么拼啊？是精灵还是精灵还是精灵精灵吗？还是精灵精灵吗？熟悉的安全感哦，精灵。羊奶宝是水瓶。两只糖吃一个吻，暖暖的好饱满。羊奶宝，羊奶宝，打破养乐多什么？完了，胡乱凑对了，喜欢的都不是都不在同一宫哎、欸，真的、哦。吕冠喜欢谁？吕冠是母羊吗？喜欢了，Hello 虾虾，看来以后要注意自己了。我找阿丽直播都找不到，真推竹妈了啦！不要逃，你保证我叫你被竹妈锁，对你被竹妈锁定了，爱头罗王锁定你了。的旋律，我喜欢豪哥。对啊，基本功哦，真的、哦，基本功是什么？我只记得固定功。Hello， 虫虫，怎么会有那么多念法？小精灵，太劲爆了！飞宝宝，真的假的？你害他傻掉，我吓一大跳。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Hello， 风仔。Hello， 田中。Hello， 小李子。谢谢风仔的星之冠。Hello， 景庸。好了，我有记大家的星座了，我现在一定会努力记得的。然后到那个月份生日的时候，我一定会特别注意一下你们的。基本的话是母羊、巨蟹、天平跟摩羯。所以你可以喜欢飞宝宝啊，飞宝宝，你要不要考虑换旅馆？我还有怡珍妈跟安妈，真的、哦。你真妈也是狮子、哦，安妈也是狮子、哦，竹妈也是狮子哎！我要真推豪哥哦，真假的？豪哥什么星座？基本功，母羊、巨蟹、天平、摩羯。哦，两个小闷骚，一个小闷骚，一个大闷骚，都在基本功是不是？哦，巨蟹跟天平个性也是蛮像的。竹竹芊芊她双鱼座，好，我来记一下，芊芊双鱼。芊芊双鱼，芊芊，真心对我好，不
要求回报。考祖祖，我是什么星座？田中是金牛，基本又称本位哦，本位星座是不是岳母团？我已经有小会了，糟糕，天平跟天蝎不是在同一个，小会是我的，小会天蝎是跟我同一个宫位吗？是宫位吗 ？Hello Lolly， 不是，他们本来就要推的，真的吗？潘潘是猴子，谁闷骚？旅冠闷骚，旅冠是大闷骚，我应该不会什么东西。旅冠是大闷骚，母羊跟摩羯，还有原来宝是小闷骚。祖祖即使说你们不想逃，我什么都记下了，跑不掉了。对，你做梦。变动宫是双子、双鱼、处女跟射手。我对变动宫的星座比较没有那么了解。Hello， 黄鱼什么星座？豪哥什么？豪哥也是什么？也是什么星座？本位固定变动，对，三个。豪哥扣喊起来，闷骚摩羯乱入，九蛋也是摩羯，九蛋也不像九蛋像，九蛋也是闷骚摩羯，像，九蛋小闷骚，有像。我觉得最不像的就是那个了啦，原来宝了啦，九蛋。时间还很多，天蝎，黄鱼天蝎，好，我要把它记起来。我不懂得，就有以后。阿尔法是母羊，好，黄鱼。所有角落，你们不要改名字哦！我现在记得是你们现在的名字，我很怕你们改名字我就忘记了。母羊是阿尔法。现在是在检查谁闷骚吗 ？Steven 什么星座 ？Hello， 整系男子，整系男子什么星座？我现在在看大家的个性是怎么样，像不像你们的星座这样？飞宝宝，我以为是闷骚型的星座，我以为飞宝宝才是摩羯，就是天平，天平1008100哦，真的。Steven 也是天平哦 ，Steven， S T E Steven 怎么拼啊 ？S T E V N， 寂寞的倔强，加班仔还不闷骚，谁加班仔谁闷骚？有时候爱吃醋怎么办？没关系，树宝宝。黑宝你是谁？什么？其实我爱的是阿丽。哇，最震撼的，真的是闷骚了。这样的话，真的是这世界最大闷骚。金牛 O 型属兔，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整系男子，你也是金牛座？哎，还是兔兔金牛。自我的过。想念是会呼吸的痛。金牛 O 型属兔，整系男子。会痛，让你的心会痛，连沉默也痛。你还是会呼吸的痛，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你是母羊兔，真的假的？阿尔法，你也是兔兔，你也是兔崽子哦。你可以在香港实况看我们的婚礼。树宝宝表示他觉得他要哭了。树宝宝，那我娶祖祖，一定要这样是不是？你们一定要这样互相伤害就对了。一定要这样是不是？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监狱兔是你，为什么？为什么母羊座的兔子？这是什么？对。我还不知道，各取所需。我该不会跟阿尔法同年吧？真的吗？所以莫瑞笑笑也是小兔子吗？小兔崽子吗？
盖起手续是什么啦？我乱了，谁能给我懒人包？懒人包，懒人包。洛尔一下下会不会是你的？然后那个怡真前辈是原来宝的，这样。新词赞赞，好 ，Hello 霍米克，好的。然后呢，这样子我这样子记起来了。现在目前人数最多的是天蝎座跟天秤座，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哦，天秤座胜出了。这台的关系有点乱，嗯，本台有点乱，本台有点乱。Hello 小叶，小叶是什么？真的假的？沙优你是金牛？真的假的？而且你竟然是金牛猪？真的假的？太棒了，我觉得很棒，沙优，赞赞。潘潘已截图什么？阿尔法已截图，阿尔法说了什么？阿尔法说音组都我的，你们旁边看。哦哦，天平赞赞。怡真前辈，停歌的怡真前辈被夺走了吗？对，Hello 小精灵，陈是巨蟹座是不是？好，巨蟹座在哪？陈，上的承诺，柜台真乱。紫色特工来喽，竹妈注意，谁是紫色特工？金牛挺金牛，谢谢沙优。而且最主要是沙优，你知道吗？竹妈也是小猪呢，她也是小猪。Hello 甜甜圈，砸了陈，呼叫竹妈，你的紫色特工来喽。妈咪还有一个人穿紫色的衣服，他是陈，嗯，他穿紫色的应援服，他就是你要绑的另外一个人。嗯，对，陈跟廷哥，你记住了吗？好，对，你们两个是要被竹妈绑走的人。哼，你们这些人身上有三个颜色的人，我身上只有粉红色，音组是我最乖，很棒，阿尔法很棒。陈说怕爆呢，陈跟廷哥要被抓起来了，要被抓走了，被竹妈抓走了。好啦，现在我差不多要念榜了。那个能被家成员家长绑走，好幸福啊！桃花哥是穿什么颜色？桃花哥是穿长颈鹿装。对，陈景元上他上次很热，嗯。竹妈来得好，刚好够两只，对，左手右手通通被抓起来。我是天马座星矢，我知道树宝宝是射手座，不知道为什么我记起来了。竹妈绑我，原来绑你穿什么颜色？你没有穿紫色，竹妈不绑哦。竹竹应该认不出我，我知道你是小小只的，然后今天有戴帽子跟戴眼镜，对不对？有戴眼镜吗？有戴帽子。小小只的，你在我旁边应该有最萌身高差。问一下，为什么紫色特工会被竹妈绑？因为竹妈最喜欢紫色，所有的紫色她都爱。然后刚刚廷哥说什么她穿紫色的应援服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跟竹妈讲，然后竹妈就像紫色这样，你知道眼睛都发亮喽那种。这么有记忆力吗？对，我有看到你。为什么不是？不要为什么你就是爱我啊！对不起，我比较爱莉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有点记得，因为我那时候是不是说你是那个是那个叫什么花心的星座？竹竹记女孩子的能力好强哦，因为我喜欢萌妹子啊，萌妹子我都记得很清楚啊。不会热啊，和竹竹在一起都温暖。哦，谢谢他蛙哥，但是你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真的很怕你昏倒，你真的不许这样。原来竹妈对紫色比林杰前辈还敏感啊。竹妈的眼睛，刚我一说这紫色英语的时候，他就这样，紫色，紫色，紫色。竹竹外遇了啦，竹竹早就了啦，竹竹是很多人了，滴滴宝贝了。萌妹子赞，真的萌妹子赞。沙优赞赞，最可爱，你才花心，你全家都花心，树宝宝就是花心的星座哦。Hello 林国，
竹竹看我头像这个紫如何？我跟你讲，不用看，所有的紫色竹马都爱你，已经注定要被绑走了。成就什么？看女神的达林宝宝的英文很温暖 ，baby，hello 小白兔，小白兔什么星座啊？萌妹子赞赞，谢谢飞宝宝，呜、哦，吕冠 ，hello 羊奶，淤青紫也可以吗？任何紫，你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应该是大概80%都是紫色的东西，还好我家是橘，是桥黄色是什么意思？桥黄色是什么？小白兔是狮子哦，那你还叫小白兔？你这不对哦，披着白兔的皮的狮子，小白兔。女神这几天很伤心，为什么？为什么很伤心？好了啦，我要念榜了，我的手机要没电了，我剩10%了。Hello， 博弈，橘黄打错，橘黄哦，橘黄的话，莉莉真的会喜欢，莉莉喜欢橘是黄色。Hello， 博弈什么星座？狮子就不能当兔子吗？就是披着兔子皮的狮子。Hello， Monkey。星期五见，加班仔快关啦！哦，原来加班仔是我。不过谢谢你安慰我，不会，我也没有说什么，大家都要开心啊。Hello， 小叶，好，我要来念榜了，来，预备备，第15名，新鲜柠檬，嘟嘟嘟，第14名 ，Kent， 嘟嘟嘟，第13名，花生什么事，嘟嘟嘟，第12名，一晨，嘟嘟嘟，第11名，雅恩的脊椎是谁？啊，西恩啊，西恩，嘟嘟嘟，第10名 ，Only， 嘟嘟嘟，第9名，自伟哥，嘟嘟嘟，第8名，田中，嘟嘟嘟，第7名，小星星，嘟，田中还没有跟我说他是什么星座，我刚有猜对吗？第七名，小星星，嘟嘟嘟，第6名，嘎逼，嘟嘟嘟，第5名，树宝宝，嘟嘟嘟，第4名，晴晴，嘟嘟嘟，第3名。整形男子嘟噜嘟噜嘟，第2名小蛋糕嘟噜嘟噜嘟，第1名飞宝宝嘟噜嘟噜嘟，耶 ！Hello 灯火，第一次进榜，赞赞赞赞，小星星 ，Hello 挺辛苦了，不会 ，Hello 南野秀一，我都忘记今天有送礼物了，谢谢你整形男子 ，Thank you， 是不是我跟廷哥每一次跑活动都要小心竹吗？对，你们小心，忽然间有人就把你们抓走了。晚安，整系男子，晚安，廷哥，晚安 ，Ricky， 晚安，盐奶宝，是，大家晚安。我的手机快要没电了，我要速速跟大家晚安了。如哥晚安，树宝晚安，小精灵晚安，三优好，你来修图，三优晚安 ，yours 晚安，陈晚安，桃瓦哥晚安 ，only 晚安，乐里笑笑晚安 ，steven 晚安，北原神推晚安，哦我树宝宝晚安，马哥晚安，南野秀一晚安，桃瓦哥晚安，飞宝宝晚安，竹妈辛苦了，妈咪，他们说你辛苦了，真的，南野秀一你有4000阳光了，那你愿意加入长颈族吗？蘑菇晚安，小白兔拜拜。竹妈请手下留情，他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廷哥。好，你赶快去睡觉，飞宝宝，你真的是哦，你这阿姨。竹妈要冷静哦，竹妈是不可能冷静的哟。还没，杨雷宝晚安，廷哥晚安，谢谢飞宝宝，飞宝宝好好，你赶快去休息，你赶快去睡觉。Hello 小猪耳朵 ，Hello 阿贵仔，大家晚安。阿贵仔，拜拜拜拜！我突然6000阳光了，那你要加我的长颈族吗，树宝宝？放心，我至少被抓还有伴，对你有伴，你们有伴。新鲜柠檬，拜拜！小猪耳朵，拜拜！北原神探，拜拜！还有谁没有？小叶，拜拜 ！Steven， 拜拜 ！Kent， 拜拜 ！Sayo， 拜拜！花生什么事？拜拜 ！Tomo， 拜拜！俊颖，拜拜 ！Ricky， 拜拜！汉拜拜，古早味拜拜，阿哲拜拜，南野秀一拜拜，铅笔拜拜，蘑菇拜拜，草莓风暴拜拜，原奶宝拜拜，哦，原奶宝我没讲到，不会，飞宝宝生日快乐哦，小星星拜拜，灯火拜拜，逸轩拜拜，马哥拜拜，小李子拜拜，小鹿拜拜。
大家拜拜，林狗拜拜，飞鸿拜拜，黄鱼拜拜，我有错过谁吗？修完再 tag 我，好，我就会存起来。竹公，我生日快乐！我想说我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对不起。没事，公车迷拜拜，晚安安，大家晚安安哦。沙鹿拜拜，沙鹿晚安，猫猫拜拜，猫猫晚安。阿飞居然会讲爱祖祖，他有打吗？我怎么没看到哪里？爱你哦，有哎、欸，他有打哎、欸，天哪，他竟然没有呛我，他竟然打爱你哦，很棒哎、欸。你是加班仔吗？谢啦，晚安，大家晚安。看错了，嗯，是吗？生日快乐哦。好啦，大家晚安，天秤座的宝宝们生日快乐，洛丽秀秀生日快乐，婷哥生日快乐，拜拜，拜拜哦，杨雄拜拜，拜拜，大家拜拜，妹子拜拜，拜拜，大家晚安哦，啾啾，晚安，什么东西有把柄了？拜拜，晚安晚安，阿哲晚安，思涵晚安，拜拜。